好，各位学者、专家、机关代表，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本席代表教育文化委员会，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及委员今天来参加我们针对私校法修正的公听会。那本委员会啊，今天举行私立学校法修法之公听会。那目前呢，本院呢有关私立学校法之修法提案啊，目前呢已经有张廖万坚委员等19人提案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行政院提案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提案私立学校法第62条修正草案等3个以上的版本内容。我们希望在进入修法程序之前呢，可以借重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之宝贵意见看法，来供本委员会未来审查私立学校法修正案的参考。首先，我要来介绍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代表以及委员哈。我们在现场的委员有柯志恩委员，有张廖万坚委员，有陈廷飞委员，谢谢。那出席的代表啊，专家学者有，我按照登记的先后次序哈，来介绍我们台中市新民高级中学董事庄宏雄先生，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文教协会理事长陈本源，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教授陈志志，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教授陈令芳，修平科技大学副校长林训正，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陈正亮，好，在外面，好，中国医药大学教授陈秋莹，谢谢，全国教师总工会政策部主任罗德水，东海大学教授林腾尧，好，来到我们现场教育部的官员代表啊，我们的林腾尧啊，林正志，来，好，列席代表，好好，谢谢。今天公听会进行的程序呢，先由教育部先做一简要的报告，接着由学者专家依签到顺序来发言。学者专家全部发言完毕后，由政府机关代表发言回应。委员若要发言，请事先登记，由主席呢来决定发言的时机啊。是不是先请教育部做简报？好，那么我们现在先请林次长来针对私校法的修正先做一个简要的报告啊。这个报告是几分钟？5分钟啊，5分钟的报告。好，谢谢。召集人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应邀报告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等修正草案，深感荣幸。私立学校呢，为社会培育人才，对国家社会有非常大的贡献哈，是社会重要的资产。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资源与成效，一向是社会大众以及学生家长瞩目的一个焦点。承蒙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呢，长期对于教育事务之关心敬请呢继续指正与这个支持。那针对本日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公听会的部分，那么教育部呢有2点的补充说明。第一大点的部分呢，配合12年国民基本教育的实施，在法制面有在强化私立学校公共性之必要，并增进私立学校的社会责任与教学品质，以培育未来优质公民。原有关行政院呢函送立法院审议之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么说明如下。那么总共有4条的部分哈。那么第一点，在修正条文第一条之一的部分，明确私立高级中等学校配合12年国民基本教育实施之定位与社会责任，并区隔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与专科以上学校，
办学宗旨之差异，并可以私立学校培育未来优质公民之责任。那么第二点的部分，对于修正条文第十九条之一，配合十二年国民教育之推动，103学年度起逐年实施高级中等学校及五年制专科学校前三年学生一定条件免学费，因实施免学费而由政府补助学费总额达新台币5000万以上之学校法人，那么所设私立高级中等学校以及五年制专科学校，其法人主管机关应加派公益监察人，以增进私立学校公共性，对私立学校之人事经营决策等重要事项冲击较小，亦较能兼顾私立学校自主性之衡平性。第三点，修正条文第57条啊，重新界定学校法人所设国民中小学办理法定事项不得得不受本法及相关法令限制之条件，以避免国民中学招生不受限之适用范围较宽，冲击教育生态，及兼顾未接受补助之私立国民中小学享有更多办学自主空间之原则，另将该申请案需报经学校主管机关备查修正为核定，一例主管机关事前审核，至原已依现行规定申请免除法令限制，并经学校主管机关备查之私立学校，于本法本次修正施行后，均依修正后规定重行报请核定。第四点，修正条文第59条，为强化私立学校公共性之立法意旨，及私立学校共同培育未来优质公民及国家社会所需各种人才之责任，明定师资结构、课程内容、教学成效及社会责任为各级政府明定奖励补助私立学校原则应审酌之情形，且其执行情形应列为学校主管机关奖励补助办法之经费核配及核检指标，以强化私立学校之公共性及教育品质。那么第二部分，针对私立学校法第62条修正草案，那么有关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审议之说明，那么说明两点。第一点，其公私立学校免税标准，那么有鉴于现行条文那么针对呢捐款呢有一定数额之限制那么为了积极提高私人捐赠之意愿，改善私立学校募款之困难，并使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减税待遇相同，及个人及或盈利事业透过财团法人私立学校兴学基金会捐款以学校法人或学校者，于申报当年度所得税时，得全数作为列举扣除额或列为费用或损失，借以提升私立学校社会公共形象及地位，有效充实私立学校之资源，进而改善私立学校整体教育品质。二，增加监督的机制，为加强监督机制及落实政府引导民间捐资兴学政策之美意，增订学校法人或财团法人私立学校于同一年度受赠至指定捐款达一定金额或比例时，主管机关应加派政府代表一人担任其董事或监察人之监督机制。以上呢是针对行政院版的部分，跟各位委员那么做报告，也敬请指教。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林次长，谢谢。我再补充介绍，在现场还有何新存何委员，大家好，谢谢。我们的专家学者还有东海大学林腾尧林教授，好，台湾科技大学陈世章陈教授，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学者专家的发言每人发言8分钟在第7分钟的时候呢，会结束前呢，我们会按铃会提醒好，首先我们请登记的顺序首先我们请台中市新民高中的董事庄宏雄，来，庄先生来先发言到这边到这个发言台发言时间8分钟第7分钟的时候会按铃提醒。主席，各位来宾。各位
学子专家，大家早。那有关于私立学校呢，是否增设公益董事修法呢及公益监察人的一个问题呢？那么本校呢，经过了这个研究了之后呢，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第一个呢，困扰之一呢是权责不分。那么有关于公益董事跟这个现有的董事呢及现有的学校的监察人呢，两者之间呢，到底差异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认为呢，他的角色暧昧不明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会造成呢，在私立学校现有的董事呢，他必须担负起学校经营的这个责任。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公益董事跟公益监察人到底他的功能要不要去肩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所感到困惑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有关于如果增设的公益董事跟公益监察人呢，就会产生呢第二个呢本末倒置的一个现象。那么现有的我们私校法的机制，说实在的，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演变呢的修正呢，已经呢逐渐的非常的完善。那么在依照呢现有提出的一个草案里面呢，说公益董事呢如果一个学校里面接受了教育部的一个学会的补助，达到了年度的达到1亿元的时候，就必须呢要增设一个公益董事。还有呢，如果说达到了5000万的话呢，就要设一个公益监察人。那么呢，能够达到年度的这个门槛的学校呢，大致上都是学校经营的兢兢业业的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办学的学校，才能够得到社会的家长的一个肯定和学生的一个青睐的来到这个学校。那目前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措施下去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呢草案无形之中呢就变成了呢对一些办学绩优学校的一个惩罚性。你学校办得好，我政府补助您学会的1亿5000万，那么我就要派一个人来处罚你。那么原来的应该的这个草案的一个对象呢，是如果要设立的是要针对的那些学校的办学可能性呢有问题的一个学校的教育部积极的去参与督导改善的样的这一个作为。这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出来的，用这样的一个措施呢来作为惩罚办学绩优的学校，我们认为呢极其的不可以的。因此呢，我们建议呢这个落实这第三个建议的落实现有的会计师的一个查账，已经都有了校务评鉴，那更是的各个学校的都是的兢兢业业的在处理，以及内部的控制，各个学校有关于校内内部控制厚厚的一大本的一个作业措施，都可以达到我们的各有关单位所提出来的，说私立学校你会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问题，学校还是照样有。增加了这些的措施下去，难道呢他就可以达到的杜绝这些的困扰问题吗？最近几所学校的一个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底我们教育部是不是呢在既有的一个的政策措施之下呢，能已经的积极的有所作为。当然教育部会说我们人力不够没有办法，那就是一个问题的增加，而不是说制度上增加了各种的一个人员到里面去。这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最后的第三个的建议里面的人情呢，就有关现有学校人事董事的及学校运作的进行的做一个调整，而不是的直接由政府派驻代表参与学校的经营，会造成有关的一个措施。在民国79年的时候，当年教育部提出了12年国民教育研教的时候呢，造成私立学校全省私立学校董事会的一阵的一个这个困扰。当时在有关于十二年研教的一个措施呢，在我们新民
高职呢举办了一个全省师校董事会的一个论坛，结论呢，一个结论是什么？政府要插手师校的一个经营，政府要插手师校的一个经营，结论是这样。所以当时呢，坚决的反对政府呢办理了12年延长的国民义务教育。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整个的所有的制度都已经逐渐的完善了。那么还要再提出来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措施来惩罚办学绩优的学校。本席呢代表新民高中呢董事会呢在这里提出来，提其不以为然。谢谢各位。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庄董事。好，好，接下来请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文教协会理事长陈本源陈理事长。我们委员，好，我们这个教育部的长官，还有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们，还有我们这个各产官协的各界代表，大家好。好，刚才黄委员主席也讲到，我是代表一个协会啊，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文教协会。那我想在座各位知道，这个台湾要办一个民间团体啊，一个协会啊，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家长会了、教师会了、各种什么什么会了哈，我想要办内政部这边大概都很容易就通过了啊。这个，那我也稍微说明一下啊，我这个会啊，我目前这个中华民国私立学校协会的成员是以学校的董事长为主跟创办人啊，跟有些会他是以校长为主的有一点稍微是不一样。我们参加的成员，第一个他是要学校的董事长或者是创办人，所以这个是跟开始以前跟各位做个说明一下。那这个我刚才这样说明以后，我想大概 也是告诉各位啦，我这个会的成员就是实际在参与私立学校怎么样经营的人，实际在参与经营的人啊。那我想以我来看这个私立学校的经营来讲啊，当然私立学校各位都知道，难免在报纸上会发生一些问题啊，经营各方面的问题不善啊，在报纸都怎么样登出来。而且我想在座各位，这个报纸登出来的可信度差不多几%？台湾报纸舆论登出来的可信度几%？可能不到50%哦。也就是说，那里面有50%可能是真的，50%可能是怎么样扩大的啊，扩大的啊，所以也了解上。我们也是说，哦，不能因为一个林立士或者叶世文就认为我们的全省的这个公教人员怎么样，经共日教人员或者经方人员怎么样都有问题啊。每个人多必有白痴嘛，这是一定的哦。树多一定的怎么样枯叶嘛，哦，我想这个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哦。也不能说哦，这个公务员或者警察贪污了怎么样的都认为这个方面不好哦。一个私立学校有这个情况报纸揭露出来啊，就说哦，认为私立学校都怎么怎么样，我想对我们啊很兢兢业业在办学的人，可能也是不是很公平的事情哦。那我实际在经营这个私立学校，我觉得说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了。我今天看到很多来自各方的，我收集很多资料给发过来，实际上的经营哦，无真正遐复杂啦，哦，无分遐复杂。我想大概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在经营方面，一个是监督方面。一个单位一定是这样吧，一个是在经营，一个是在监督。我想我们站在私立学校的立场，任何的监督我们都不逃避，而且我们也认为是好，改善我们经营的体质，监督是绝对怎么样有必要的，监督一定是有必要的。哦，那么经营方面，啊，我觉得我们成立一个董事会，他当初有一个宗旨，成立的宗旨一个理想，所以如果强力去介入这种经营层面，可能就不是很适当啊，可能就不是很适当。所以在经营层面是董事会哦，监督层面是属于监察单位监察人。所以如果说哦，每个学校都要派监察人，公益监察人，我想我们也不能什么反对，因为怎么样要监督嘛，每个学校派一个啊，我想也没有什么关系，你立法下去哦，我想都
都可以哦。那你这个经营方面派一个董事进去，因为牵涉到一个经营的层面，我想这个是有必要再详细的去讨论。那我也想说，我都要讲，我没遐困难的。你今天来讲，政府的监督单位，譬如说中办，哦，台北市教育局专门多加一个人员，专门多加一个人员，增加就业机会吧。专门来管私立学校的会计，编制增加一个人嘛，专门来管私立学校的会计。我一个人就管透透，一个很专业，一看就看出问题嘛。啊，你若无专业哦，看不出问题来，我来讲，去给你看了，无什么好了。你增加一个专门来管这个私立学校的会计，现在有中办只有一个管私立学校的，太多了啊，他可能不是有那么多时间。如果台北市增加一个，高雄每个县市增加一个，我想这样的话问题就可以减少。好，那经营方面，办学的经营，我们现在有督学，我们也可以再增加一个督学啊。哦，现在公司的督学把它分开，一个是专门做私立学校督学，一个是专门做这个区域的公立学校督学，更专业。啊，这个督学会更专业，大概的问题都可以把它怎么样发现出来啊？发现出来的话，我想就防范你怎么样未来。另外，我想监督各方面进行公开，你可以更要求私立学校哪些方面他一定要公开，一定要公开。譬如说我学校如果接受政府补助，补助款的买购采购一定要跟公立学校上网公开。哦，如果我学校自己的钱，我就不一定要公开，你就要求都一次公开上网，跟公立学校一样。我想你很多人会以为说公立私立学校怎么样弊端了什么样？我想这样可以跟公立一样的弊端，大概的公立学校不是没有弊端喽。前一段时间那个新北市啊，什么国小的校长啊，那个营养午餐的回扣案，我想这个也都看到了，也不是公立就没有弊端喽，都有弊端。我们现在尽量给它公开，减少一些弊端。另外，政策公益监察人方面，我也认为说，欸，我听你讲，我告某地方讲，我。你十二年国教有补助高中职学生家长的协会，你是补助家长哦。站在我办学的立场，十二年国教以后那个协会是政府来出，但是对我这个经营学校的人，他没有增加一毛钱，也没有减少一毛钱，跟以前的收入是怎么样？跟以前的收入是一样。我以前只是跟家长收这个协会，现在是教育部替家长补助这个协会。我学校并没有增加一块钱，也没有减少一块钱。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如果派公益监察人，我觉得是怎么样？不公平，因为钱说我喽。不管怎么样，每个学校都派一个公益监察人嘛，我们都没有话说。哦，没有。但是把它定义搞清楚，你那个十二年国教那个补助协会是补助学生家长，不是补助怎么样学校？如果说你补助学校很多钱，你来派一个公益监察人。哎呦，谁有意见的没有意见？本来私立学校法里面，现在的私立学校法就有派公益监察人的条件了嘛。但是我要讲特别讲的，哦，跟委员讲的那个钱，不是补助学校，并没有增加钱嘛。他原来就要收这些钱嘛，以前是跟家长收，现在是教育部替他们收而已了。我想这个观点我在这特别强调。你讲我们补助私立学校很多钱，派。派公益监察人，我本来就双手赞成的，哦，你接受很多补助，当然要接受监督啊。我这是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报告，谢谢。好，谢谢陈理事长。好，接下来请中华医师科技大学陈志志教授。那个主席啊，各位先进，大家好哈，我是中华医师科技大学陈志志哈。那针对这个议题哈，我想我都有准备资料哈，各位可以看资料哈。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说出钱的是老大，所以呢，公立学校出钱的呢是国家，那私立学校出钱的是私人。好，那看看我们私立学校真的是出钱，完全是他出的吗？那个学校法人呢，依出资来源可分为。政府出资之公立学校和民间出资之财团法人私立学校两种，
依私校法第一条规定，私校法订定之目的在于促进私校之多元发展，鼓励私人心学及提高私人之公共性及自主性，所以公共性和自主性之提高是私校法订定之主要目的之一。那私校成立之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于私人捐资和因捐资所扣抵的税金而来。我这边强调哈，你今天钱捐出去的话呢，你可以抵税金，所以正常本来应该给政府的税金，你有部分呢，哦，让你呢，可以投资在私校。所以私校的资金来源有两种，一个是你自己的，另外一个是你扣抵的税金。所以公共性的话，在这边已经展现无疑。那私校法第九条规定，私立学校乃自然人与法人为设立私立学校而捐资成立的啊，所以私校之资本性质在完成捐资后已属公共财，其法人公共性毋庸置疑。所以说我们不要说哦，今天私校呢是私人投资哈，私人捐资捐出去以后，它是已经属于公共财，不再是属于个人的财产。所以说呢，更何况呢，捐资能扣抵税负，私校基金一部分来自于应缴之税负。好，第三个，近年来呢不断出现的私校违法事由，例如说昆山、吉仁、大成等校，主要原因多是董事会贪渎出问题所致，故董事会之改革及加强监督已迫不及待。第四，依现行私校法规定，除本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啊，那个政府除对私校之奖励补助款超过前一年度私税入总额25%以上，或总额新台币1亿以上者，法人主管机关得加派一人充当公益监察人。那但是我们凡是现有的私校接受政府补助的状况呢，会发觉到真正能超过1亿的太少了，能超过1亿的呢，通常都是学生人数很多了，他办校的绩效也比较好，通常都是低于补助1亿的学校出问题。那这些学校呢，反而在我们私校法第十九条根本没有办法监督，因为我派不出去公益监察人，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刚刚呢，庄董事长所言，或者是陈董事长所言，人数多的反而有派，而人数少的反而无派。所以，我们私校法第十九条这边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我经营绩效好的反而要派，经营绩效不好的反而不用派，原因就在这一条。所以第十九条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那就像刚刚陈董事长所讲的，他也赞成成立公益监察人，这一点我们很感谢，非常非常的感谢。第五，在现有法规下，私校之运作经常是由上而下的指示，基层的教师员工几乎少有政策上智慧余地。教师员工往往在董事会高层错误或违法的经营政策下，遭受不利益之对待，最后造成被资权命运之对待。如永达技术学院之关门，教师被无情之资遣，学生被四处流浪安置，造成社会重大事件。第六，基于提高私校之公共性及自主性，董事会之组成应纳入公益董监事及劳工董事之机制，以提高私校之公共性及自主性。自主性的话就是劳工董事。那尤其是未来教育部将关闭近50所大专院校，整个关校过程更需要有公益董监事及劳工董事的介入，否则教职员工之权益保障将无可依恃。今日官场员工的抗争将成为他日官场教职员工的翻版，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再看第七号。在现有少子化浪潮趋势下，私校学生人数多在10000人以下。如按现有政院版及民进党，就是张委员版，
维持在税入总额25%以上及1亿元补助以上之门槛，现有失效至少有70%以上的失效将不适用此项规定。此次修法将成为看得到却吃不到、欺骗社会的修法。现有失效人数能达10000人以上者，通常管理上较上轨道，较易适用于修法锁定门槛。至于大多数10000人以下之学校，在实务上反而不易适用，岂不怪哉？现有失效之收入主要来源为学生学费。若以失效大专为例，通常一位学生一学期学费为5万元左右，一年是10万，10000人学生学校每年学费进账是10亿。按目前实际状况，至少政府每年要补助在学校总收入25%以上，或总金额1亿元以上，才能派任公益董事、劳工董事和公益监事。而在现今失效大专70%以上学生人数是10000人以下，每年接受政府补助超过1亿元以上者寥寥可数，更何况人数在4000人以下的学校，要接受政府每年1亿元的补助更是难。这个意思是说，按照目前大专的经营方式，你4000人的话，收入是4亿，一年4亿。那你25%的进账的话，就是1亿元。你要补助现有私校4000人学校的这个补助款超过1亿的太少，几乎没有啊。好，而今天立法院呢，所以说呢，这一些呢学校呢，在这个不足1亿元补助之下，更需要监督。而今天立法呢，反而让这些体质较差的学校符合不了派任门槛，而不需要接受到监督，真是本末倒置。那未来在少子化呢，学生都往公校挤，失效人数会大幅减少，要符合补助1亿元以上的学校更是屈指可数。此条修法等于无用条款，存为欺骗社会之用。因此，为达失效公共化之目的，所有的监督财务补助条款都应该撤除。再来呢，我之前是因为拿到3份那个提案，其中对张委员提案里面第15条有关于这个劳工董事由学校全体教职员工选举之规定有一些建议哈。应该要考量到现有的失效很多老师及员工和董事会董事呢的三亲等关系，意思说他们很多都是自己人，如果这方面不限制的话呢，会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建议是说，劳工董事如果可能的话，应由校内教师会职工团体或全体专任教职员工定职，或者是由教育部定准则适用各校。然后再来就是第17条呢，就是每届董事会应依捐助章程规定之董事总额加推1/3以上适当人员为下届董事候选人，并从候选人中选出足额之下届董事。我建议是应该改为每届董事会应依捐助章程规定之董事加推1/3以上适当人为下届董事，然后呢，并依董事会、教师会、职工会、家长会和校友会之推荐候选人名单。这就是因应目前的高一的问题啊，高一的问题。好，谢谢。好，这是呢，不好意思哈，那个因为门槛时间超过时间，不好意思哈。那书面报告就自己讲，好不好？对，你有书面的。好，谢谢。书面给我们，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陈教授啊。好，接下来请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陈令芳陈教授，谢谢。8分钟，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的学者和那个专家哈 ，OK， 我代表高雄医学大学来发言。先说一下高雄医学大学的特色。先谢谢前面那位陈教授也帮我们提到，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国相关于一个大学还有附设医院的那个是在全私立大学中间大概将近有10间以上的学校，但是这个中间是有充满了利益的关系，因为医院赚大钱，这是一个非常跟一般其他中小学或那个什么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个议题主要是以大专院校的修法为关注点，至于中小学的部分我们可能无法顾及哈。好，那么提到这边，先我简单的用普通话讲一讲，就是说高一
世袭哈，董事会世袭，前面那位董事长做了40年，中间都没有捐钱，最近87岁退休了，然后第三代要接手，这问题就是私立学校的没有任期，每一次都是不断的世袭，世袭30-40年哈，整个不能配合这个时代的进步，而且他们近亲繁殖啊，虽然都规定说不能够三等亲，但是堂兄弟全部都是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律师啊，都是自己人，所以弄到半。最后都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校长当成他们的控制的人物，因为校长是由他们选，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威胁校长，所以过去历届来的校长其实都跟董事会有非常大的冲突，但这一次大家忍无可忍了，我们教师已经联署1300人 发动联署，一个星期之内有1300人联署，学生也要打算提出叫做透明革命，教育部接管解散董事会的诉求，他们也要正在进行校内的那个做校园改革哈。那我接下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对于私校法修改的建议，因为私校法修第15条过去是说7人到21人，本校就用了9人，但是因为9人中间3位都是他们自己家的人，另外3位又是他们的人，然后再找3位他们的朋友们，所以全部都包在一起。所以我们建议是能够扩张人数到15人。当然，如果你扩张到15人还是他们家了，就再增加15人，都是没有什么20人都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是非常希望这个中间要有很多的限制。那么细节我们。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了那个张廖委员的提案以及全教总的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的进行修法的时候的提议的时候，我们是参考这2份东西，意见跟他们相同的我们就提出来，但是意见跟他们不同的我们就提出特别解释。所以我给各位有2份东西，一份是我要口头报告，一份是我们的那个章程修改条文的部分哈。那么所以我们希望董事会要扩张到15人，而且这个中间是一般董事，如果还有公益董事进来的话，那个就不在我们这个15人的人数限制中间哈。另外我们也是主张，就是说董事之间有3等亲属的应该不得超过原来的就是1/5，原来是定出是1/3，所以我们是主张要修法啊，原来是不得低于1/3，但我们建议是降低变成1/5，而且我们认为如果还有监察人与董事之间也不得有3等亲的那个亲属关系，主要是因为4月11号董事会通过了一个很奇怪的选择哈，他们要来监督我们的校长，考核校长，所以他们9个人董事，1半的出席，然后在1半的那个通过，就3个人就可以决定把我们的校长撤换哈，这就造成了本校开始大家开始起内讧，怎么高一能够由3个人来控制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修改的是第16条，第17条我们要主张加入一个董事长连选得连任以一次为限，好，所以而且其实每一次连任者不得超过总额的1/2，好，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董事长可以做到40年，那么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是就是只能够连选一次，只能做一次。我们这个做法是根据那个私校法哈，我们是根据那个什么，就是在私校中间哈，那个我们中间还要求说对不起，在那个第十七条，我们希望还增加哈那个董事是有哪些人呢？是现任的董事、一般代表，还有教师会代表、工会代表、校友会代表，还有社会贤达哈，作为那个候选人，其中教师代表、工会代表、校友会代表以及校友所推荐的社会贤达人士，就可以成为那个候选人。所以我们是希望真正的能够打开那个黑箱作业的一个做法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19条希望修改，那但是基本上很多支持那个张廖委员和全教总的一个那个提案，细节跟他们相同，但是在学校法人监察人中间，我们希望改成2人到3人，而不是原来的1人到2人，因为我们可能是对我们高一董事会他们常年做的恶行已经感到
怕了，所以我们希望多再增加一个监察人哈，而且我们希望这个监察人的提名是经过 校友会、教师会、工会还有组成的啊。那最后关于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呢，我们是希望董监事介入学校人事、工程、采购等重大情节者，经主管或监察机关查证属实呢，就必须要解职哈，解任。这个部分原来在那个没有写得很清楚哈，这样子。好，那么第二十五条，我们也希望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高一大的董事介入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结果我们学校被教育部扣。补奖补助款高三次，经过有三次加起来是2000万，结果我们学校就很惨，其实是董事会做的很烂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但是害的是我们学校扣奖补助款啊。那所以我们建议在第二十五条中间要加上哈、啊，那么董事会董事长或董事违反法令哈、啊，必须要做一些处罚，而且如果有严重的事情要影响到他们，必须要受到一些直接的惩罚哈、啊。那么第四十四条，我们是主张啊支持全教总的那个建议，我们是主张要有一个主的会计室哈、啊，会计的人来管是真正的主要的，不是由董事会他们自己的会计人士管。最后第五十条，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发生在本校，发现所有的医院所赚的很多几百亿哈，我们有好多个医院赚了好几百亿的钱，全部留在董事会，完全没有把那个盈余移到校务基金，所以我们校务基金非常的匮乏。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建议加设一条第五十条，加设一条，至少应该哈。以盈余的二分之一拨充学校的基金，弄到最后学校完全没有校务基金可用，而被钱都是董事会拿去，所以我们就说董事会的手伸进了我们的口袋里。好，希望这件事情引起大家重视，谢谢。好，谢谢陈教授。好，接下来请修平科技大学副校长林训正林副校长。主席，各位委员啊、哦，那各位与会的贵宾，我是修平科技大学副校长林训正啊、哦。那今天非常高兴受邀参加啊、哦、这个公听会啊、哦。那我想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化里边啊、哦，到现在为止啊、哦，我们有很多的法规等等可能啊、哦、需要重新的去做一些检视啊、哦。那关于私校法的部分啊、哦，那我等下。以下、哦、发表一下个人的一些看法啊、哦。那私校法在教育部最近这几年来啊、哦，也一直的在做一些修订啊、哦。那当然鉴于私校的一个公共性啊、哦、跟自主性的部分啊、哦，慢慢的啊、哦，大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无非就是希望私校能够越来越好啊、哦。那我想啊，整个政策性的法规的考量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啊。那我在这边啊，仅就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提出来跟各位分享啊。那我想方向的定啊，可以经由一些讨论啊，那慢慢的产生出来啊。那可是我在这边啊，可能也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啊，事实上，整个法规在定的时候，后面会牵涉到啊，像施行细则等等啊，比较细部的部分啊，可能也要一并的考量啊。那原本在部里原本的私校法里边啊，就已经有定公益监察人啊，像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制度在里边啊。那当然啊，刚刚所提到的啊，前面啊几位先进所提到的啊，事实上啊，是不是真正发挥了那个功用啊？这个当然是我们要去斟酌的啊。那另外那个董事的部分啊，那因为在私校法第十七条里边有规定，每届董事任期为四年，那我建议说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后续如果再定按照前一个年度啊。
的税入总额等等啊，那去设公益跟劳工董事的时候，那在这中间的一个调整的问题啊，因为那之前的规定每一届的任期是4年啊，那在设这些董事的时候啊，就是公益跟劳工董事的时候，那定的是前一年度啊，所以可能在衔接上啊，是不是有需要再去考量的地方啊？那另外在劳工董事的部分啊，我不晓得其他学校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哈，就是如果按照证券交易法14(12)所需的啊独立董事的部分的话啊，实际上他所定的是应该要具备专业知识啊，那当然他的兼职等等要给予限制啊，那在执行业务范围之内应该保持独立性啊，不得与公司有直接或间接之利害关系啊，那这样子，所以劳工董事在私校里边啊，在私校法里边修订的时候，似乎也应该考虑一下啊，那这个劳工董事的部分啊，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如果不是很恰当的时候，他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真正的校务工作的进行啊，因为很多在工作的同仁可能不太容易啊，跟旁边的一个董事哈，做某一些的工作上的一些接洽啊。那从前面啊，我所看到的这一些啊，我是建议说，事实上啊，在这次的修法里边有提到的另外一个部分啊，就是对于近年来啊，教育部一直在推行的啊一个所谓的内部控制跟稽核的部分啊，事实上各校来讲，内部控制跟稽核制度这个部分啊，应该是我们应该要很重视的一个重点啊，因为如果说可以把内部的控制啊跟稽核的制度做得比较好、比较完善的话，我想可以防止啊非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那以上啊是我的一些看法哈，谢谢。好，谢谢林副校长啊。啊，接下来请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陈正亮陈秘书长。哎，主席、各位委员啊、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陈正亮，目前也在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任教，这样。那我想公听会主要目的是大家要确定一个这次私校法修改最主要的方向。那我跟大家报告几点。第一点，我们现在在高教领域的公私立学生跟校数的比例，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嘛。好，那你看第一个就是学校的数目，私立学校大概是 67% 嘛。那学生数在右边这个表大概也是 67-68% 这样子。所以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台湾的高等教育里面，国家基本上是依赖着大量的私人部门负担高教的责任，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换言之，私校它是基本上具有高度的公益性质，它虽然是私人心学，但事实上有点类似国家委托的状态啦，有点类似是这样子啦、哦、所以国家当然会管很多的东西嘛，而且它管的有正当性。但是在2000年之后，国家经常以大学自治之名，其实就教育部了，逐步让市场或是董事会接手私校。过去的状况是这样子，这个是几次修法，2001年、2007年跟2011年的修法。2001年的修法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首度松绑了，最后私校如果他校产结束解散之后，校产要归地方政府的规范，从这时候开始变成可以交由私校的校董决议处置了。这是2001年的修改，后来在2007年的时候变成移成74条，也就是现在的74条。在2007年的时候修改了30条，71条，30条是让原来无几职的董事得以专任董事这名义合法领取校长级的薪资啦。哦，那最后第71条，事实上我讲到了，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增添了给私校校董退场的诱因，让私校校董在学校改就是解散之后改办之后，
它可以仍然取得土地变更的增值税之类的啦，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修改过程里面，怎么样？国家逐渐以大学自治之名，让市场或是董事会去接手实效的管理，层出不穷的董事会问题，这在过去到现在一直不断出现，挪用校产、席次买卖、干预校务，像这次高雄医学院啊，高医大啦，哦，干预校务、腐烂支领报酬、图利特定人向外借贷，我这些是乱说的吗？过去1997年到现在啊，87年到现在，所有这些学校都是从这里面整理出来的，这六大弊案都是董事会，哦，好，最近的呢是我们世新大学啦，就是我所在的，他传到第三代也是家族，传到第三代之后，他的第三代叫周成甫，他现在是副董事长，他太太的阿姨的一家公司转得很第三层去了，对不对？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知道世新大学有很多的入生，所以呢，他就在学校旁边买了几栋房子，变成是学生入生的宿舍，那学校就跟他承租嘛。我们公布了这件事，教育部说，据查没有问题。学校公关室说意外、巧合，刚好买到，真的太巧了，对不对？而且他是2014年8月的时候，这个房子的产权才交换的嘛，他就是知道就是那里，他才买的嘛。东海大学校长去年公开发言，董事会财务不透明，甚至在报纸上指明某某董事在包工程嘛。高雄医学大学校长公开批评董事会介入校务，如同刚刚高医大的副教授陈令芳副教授所言，公开介入校务。目前2年之前，永达退场了，他董事会至今能掌握十几亿的校产，而且每年还编个2-3亿的预算在运用，没有学校、没有学生了，他还是继续编预算，怎么一回事？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应该要确立一个我们这次施校法要修改的一个愿景、一个方向才对。针对这些愿景，我们来修改现在施校法里面哪一些细节、哪一些条文，乃至于哪一些细则应该要被修改，对吧？确定一个方向，好不好？我认为高教工会认为，我们改革的方向有几点。第一个是民主治理。所谓民主治理，就是说我们需要让实务上利益相关的人，特别是在大学里面的学生、老师、职员等等，能有机会在整个教育的决策过程当中有他的声音，让他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嘛？就非常简单的概念，增列劳工董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让他的想法，让他如何办理教育现场，他在教育现场的经验能够变成是在这个决策过程里面很重要的意见。他不一定能够决定什么，但他至少提供了一个意见嘛。我觉得这不需要去反对他，哦，那监察人跟普遍要指派公益监察人，这个监察人制度是要防弊用的。那我们现在的防弊是说教育部给多少钱以上的才要指派公益监察人，我觉得不对，应该要普遍指派公益监察人。这个事实上连私校的董事会或校长都没有反对，只要是普遍的话，哦，再来，公开透明性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如何去监督一个他完全不公开资讯的单位呢？你监督不来啊。像世新大学，你要去查他的采购可以，但是他的档案锁在档案室，如果你不是总务处的人，你能看不到档案。就如同各位委员想要查各机关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供你给你档案，你什么都查不到。所以档案的公开透明是非常重要，他要有实质的资讯权，才会变成实质上的监督权，不然没有资讯权，监督权就是落空。所以公开透明是非常重要，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他的财务等等的所有的资讯应该要全部上网。他既然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他没有道理说在自己的领域里面说这些都不可以公开，没有这种事情。那当然我们要降低他的家族的这一种控制性。大家都知道私立学校办的这个有很多学校呢是越来越家族化了，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嘛，哦，我们世新就陈家嘛，然后淡江呢就是陈家嘛，然后什么什么都是什么家嘛，都以为是他们家的。乃至于一个现象，在学校里面的老师有时候竟然会认为说啊，没有这些家族，我们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这是夸张到极点。东吴是校友办的，东海呢是基督学校办的，也没有什么家族，还不是办得好好的。无论如何，我们要降低董事会家族的成员啊，譬如让他三亲等的比例能够降低，然后我们要限制他的资领，回归到旧的私校法里面，他们全估回归无几职。那当然有出席费、交通费，然后比较公务人员啊的这个资领，像我们今天来比照这种资领方式去就可以了。再来是有关于要退场的问题，列管学校要这个强制官方要去申请法院解除原有董事会的职务，指派民主的董事会。现在我们列管了三十几个学校，据说接下来是要倒掉的学校，但是教育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辅导的措施的，对吧？我们要强制要求教育部要能够把这些列管的学校解除原有董事职务。最后一点，退场之后他的财产资产要归公共使用，这才是回归到一个教育公共化的最基本的精神。以上，谢谢。好，谢谢陈秘书长。好，接下来请中国医药大学陈秋莹陈教授。主席，还有委员以及在座各位专家代表，大家好，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陈秋莹老师。那我今天是代表我的团体中台湾教授协会来在这里发言。是这样子，我们认为呢，目前盘根错节的教育问题，其实呢是在我们整个教育体制发展过程当中，在开放自主呢跟有效管理之间呢，其实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那目前呢，少子化的冲击呢，使私校经营呢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哦。那当然呢，这也造成了目前高等教育体系乱象丛生的一个原因之一。那这些乱象包括说学校的公共财被私有化，那在商业化挂帅绩效挂帅下呢，其实社会的责任意识相当薄弱，董事会介入校务公器私用，五轨搬运掏空校产。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恶劣的学校劳动条件下呢，其实学生受教的品质影响相当的多，相当的大。那这样子呢，如果我们不及时匡正呢，影响国家人才培育，我们相信会既深且远。所以呢，为了改革，关于这次的那个私校法的修改，我们认为有几点重点。第一，就要从呢健全董事会及监察人结构，还有强化财务内控及稽核制度，以及要求资讯公开及财务透明这几点做起。那当然，为了要提升私校的公共性，并减少了目前大家刚刚都有提到了私校经营的家族化，那刚刚他们可能忽略掉，还有我们认为的集团化跟帮派化。哦，集团化帮派化的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教育的本质，因为我们认为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我现在想请问在座的教育部的官员，我们全国的私校有哪几间学校真的没有接受到我们国家的一个经费的补助呢？那这个部分的数字其实是可以再去参考哦。那所以呢，这个公共性如此强烈，那教育机构呢应该负社会的责任，正并发挥正面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于说政府经费的补助，尤其是对私校经费，我们认为应该以改善学子的教学环境，提升教学品质，强化呢减少学用落差这个辅导或实务教学内容，然后私校参与周遭社区的公共教育事业，并发挥社会影响力为主要参考依据，尽量避免再资助仪器硬体设备，并且呢审慎评估增购校地作为附属机构用地，它机构经营的社会公共性的效益。那针对这次修法里面的几点，我们关于说委员所提出的版本，有基于这几点做了一些法律上的一个见解和建议。那关于第十五条第一项，我们就认为说，很质疑为什么董事呢是七人到二十一人之多？那在于说，权衡各个呢，像我们认为学校应制公益董事，那我们也应该要有劳工董事。那这一些呢，人数上面呢，可能在做决议的时候呢，有可能有被买办或者是围堵那个的情形，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制衡票数。那所以我们参考了医疗法规有关医疗财团法人的董事，其实他也设定九到十五人为限啊，而且呢，其中还有三分之以上必须具有医事人员专业的人来担任。那之外呢，
委员里面呢，我想忽略掉了一点，我觉得说学校会去跟银行借钱呢，他可能财务就有困难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能够呢纳入在呢第十五条的第三项里面呢？还有呢，董事席次呢，我觉得不得少于四分之一，好像在计算上面，如果这样子票数上抗衡上力量可能不足，所以呢，我们认为应该不得少于董事席次，劳工董事跟工会董事不得少于董事席次三分之一。还有呢，为了增加劳工董事的合法性，促进劳工权益之效益，我们希望呢，能够由学校教职员工会组成之工会来公开办理全职教职员的选举。那还有公开透明的部分，也就是呢，整个组织会董事会的组织成员，也要公告在学校资讯网站，而且呢，任何会议记录呢，除有相关规定外，应该在一个月内就要在学校的资讯网络来做公告。那第十六条呢，因为我们要避免呢。家族化刚刚已经有在想了，可是我们的帮派，我们的所谓的呢，近亲繁衍，帮派把持，哦，这个亲呢是亲信的意思，所以呢，所以大家集思广益后认为说，董事相互间成为或现为相同事业体的直接部署或合伙人的关系，不得超过总额之五分之一。那另外呢，家族化部分是因为委员的版本是不得予改选的五分之四，所以这个。五分之四是指改选的人数，那些人数做分母吗？如果不是这样子的，那就太多了。好，那再来就是呢，应该区分一般董事跟公益董事的差别，所以我们在文字上做了修改。那关于第十九条的部分，就是再加上银行借贷的这一件事情。好，那二十四条是也是我们支持全总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在第二十四条的第一项第六。款的时候呢，必须要能够呢，查证处实来处理关于董监事介入的一些学校的一个工程等等相关事情。那第三十二条之一是委员他新增的，那我们呢，认为说可能委员也许应该再考虑说，公益董事跟劳工董事呢，他在呢，在整个那个董事会的会议决议事项里面呢，有关的部分呢，就有关教职员工劳动权益相关办法的修订，这个部分能够呢，有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的时候，在董事会议事录载明。好，那这一个呢是关于现在常常发生的聘任之前薪贴，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弹性薪资哈，我知道说弹性薪资这是开放自主的可能某一个部分，但是也许它需要更精致的设计。那再来就是第43条里面，因为有帮派化的倾向，其实我们对于校长当然有很多的一个限制规范，但是呢，其实学校一级主管往往也是不见得是校长的问题，而可能是一级主管的问题，而不是校长。校长可能都。被绑架了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多增加了这个一级主管部分。第五十三条是有关于说，特别在学校法人这边所设私立学校，还有它的附属机构，它有一些事业体部分，是不是也是能够呢？在这个法里面更明确的去让它能够把学校财务收支金流透明化，强化学校的公共性跟社会责任，把这一块能够更清楚的明确。那以上呢是我的报告，好，和分享，谢谢。好，谢谢陈教授。接下来请全国教师总工会政策部主任罗德水。好，我再补充介绍在现场的委员，有陈一鸣委员，还有吴思瑶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我想。过去几年大家都看到私校的弊案可以讲层出不穷，那以最近的速度来讲几乎是每月一爆，甚至一个月爆发好几起。那我们看这些手法不外是任用私人压榨教师，索取回扣，侵吞公款，掏空校产。我觉得私校法的修法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们当然肯定有很多办学认真的私校私人捐资兴学的这些捐资者，我们是肯定的。但是私校现在的乱象，已经到了不修正私校法没有办法去起死回生的这样子的地步了。私校法是私立学校的根本大法，它的修法方向会影响整个私校的办学品质，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关注。
现在私校到底面临什么问题？好，我觉得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董事家族化，学校私产化。刚才陈正亮有讲，那个台湾有很多的财团，其实这个财团的控股比例都很低，但是这个就变成他们家的私校。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比这些财团更夸张了。有些财团它至少经营权跟所有权会分开，经营权、所有权会分开。我们现在看私校的状况，包括刚才陈老师讲的高一的状况，这个几乎是世袭化，几十年同一个董事长，他也没捐资，完全没有法令可以规范他。这样子的董事化跟董事化的现象，造成这个二职的董事会把学校当作私产，所以他所作所为根本不是在办学，不是在维护学生的受教权，大部分的作为都是怎么样获取个人最大的利益。所以刚才从这些讲的，从最轻的任用私人，到最后最严重的这种掏空校产，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正视这样子的问题，这个已经严重伤害到政府奖励私人兴学，然后真的有心办学的这种捐资者的办私校的这样子的，对私校的这样形象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些问题私校通常缺乏公共监督，所以出问题的这些人可以讲是有恃无恐。各位可以看一下，所以他先天不良，后天又公共监督又不足，所以这些弊案，各位可以去看外部的社会的公共监督跟内部学校的内控机制，完全形同虚文，形同虚设，所以让他们这些人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一件两件就算了，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过去几年我们有多少私校出现这么严重的弊案。从南到北，从中小学到大专，全部都有。现在竟然连大专私立学校的校长可以贩卖假学历，升等可以用那个贩售的来做升等，我觉得这个还不去处理吗？第三个，这些问题私校通常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害怕公共监督，所以对教师的角色通常都是采取打压，要回避监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的老师，他们要去组教师会、组教师工会，通常都面临很严重的打压。学校的老师参加工会，按照工会法、团体协约法要提团体协约的这种协商，这个董事会通常也是回避，也是拖延，到最后通常都不了了之。所以这个三个问题，我们看到对某些很严重出现严重弊案的这些私校来讲，这三个问题可以讲环环相扣，它不是单一问题，它三个问题都有，而且是环环相扣。所以这种问题私校，它会恶性循环，会每下愈况，这样子状况完全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一定要去正视。好，那可能很多人讲说，我们教师工会当然是关心老师的权益，其实老师的权益跟学生的权益是一致的。特别在私校，刚才正亮也有讲，我们台湾的私校是扮演学校教育的重要的主力，特别是在高中职跟大学。教育部最新的数据就是104年度的数据，刚才讲校数嘛，我现在看到的数据是有74%的大专生，就是专科班的跟学士班的这个学生是就读私立学校，接近75%，就是几乎是3/4。所以这样子的私校的办学的品质是会严重影响，会降低我们的总体教育品质。所以我们关心私校不是只是因为老师的权利而已，而是更重要的是他私校有办学的这种公共性，对私校的学生特别是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各位知道吗？现在大专院校的兼任老师，这种聘任几乎已经是超过专任老师的，在公立大学几乎是1:1，在私立的大专院校兼任老师的数目是超过专任老师的。我不知道这样子我们的大学的教育品质是要何去何从。我们私校是办学主力就算了，私校的主力是兼任老师，超过51%是兼任老师。所以这些问题是都是亟待去正式局态去修正的。那根据刚才我讲的这三个大的缺失，我提出全教总这边提出三个
相应的修法的方向。第一点，就是要降低三亲等内董事的比例到1/5，杜绝失效的家族化。刚才已经讲了，它不但是经营权、所有权合在一起，而且是世袭化。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有效的降低，引进公共的这种监督的力量进来，所以杜绝它的家族化。第二点，要增加这种公共的监督跟内部的控制机制，我觉得我们要增加公益董事、劳工董事跟公益监察人。我想教育部还有很多委员可能会讲，这个现行已经有公益监察人的规定了，是没有错，现行已经有了。但是如果现行的这个规定是有效可以做好公共监督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所以我们主张的修法是要取消这个门槛。现在有很多委员有提出一个案子，就是证券交易法的修正案，上市公司都要设劳工董事，这是一个产业民主，这是一个公司治理。如果一般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子的，失效它完全是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的，为什么不行？好，所以我们要求要设劳工董事、公益董事跟公益监察人。第三个，要强化失效的内部控制，就是要增加位兼行政或董事的老师担任稽核人员，这个数目不能少于1/2，就是这个稽核应该它是有自主性、有独立性的，而不是用董事会来指定的。那相关的这种学校的重大校务资讯要公开上网接受检验。哦，最后我想对教育部还有立法院就是提出以下这两点建议。我想过去几年大家都很关注高等教育，我们做了很多的。提出了很多的想法，想要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质，包括让高等教育的这些名校、这些老师、这些所谓的名师可以弹性薪资。但是，请去关注在一样在高等教育受苦受难的私校老师，还有很多的兼任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心力花在这些私校的这些老师，把私校的问题解决，台湾的这个教育品质才有机会提升。最后，这个案子其实是在第8届的国会就已经有提案了，很多委员提出的版本都非常进步。我们再一次向诸位委员喊话，我们很希望在第9届，特别是这个会期，可不可能我们的私校法就有一个进展？哦，把大家对这种私校强化私校公共监督的这些想法，增加它公共性的这些想法，赶快修法，然后让它成案，好，我们的私校才有机会起死回生。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罗主任。好，接下来请东海大学教授林腾尧林教授。哎，主席，那个各位委员，各位教育界的先进，各位媒体界的朋友。我想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并没有一个叫做林腾角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兄弟，我是林腾耀，但是我没有这种兄弟。那么特别我这里要很严厉的来谴责这个教育部，因为这个教育部不是不知道失效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特别是在我的书面资料有提到了，商业周刊在去年7月6日的时候就写被拍卖的学生，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整个那个他的特殊的这个报道。那么这个所以你看难怪啊，我们行政院长在14日就前天呢、啊，他说批评教育部敷衍无心做事，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失效问题这么严重，刚才几位先进，特别是我们这个产业工会的高教产业工会这些优秀的秘书长跟这个主任呢，谈的问题都非常好，值得我们来借重。那我这里我有提供了很多例子，我把这个这历年来十几年来，我其实我20年前我大概就写过失效的问题，我有请那个立法院的他们把这个资料印出来，其实一个比较醒目的标题里面看到了私人教育亡国。正在教育灭亡这个国家那个王国，你可以看到那是我在民国90年写的，到现在没有改变，而且是变本加厉。这些教育部的这些官员
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学生，对不起所有的一切民众。所以我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书面的这些资料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有空啊来看一下。我现在再补充一些，做一个口头的补充。第一个，根据刚才几位先进的意见，我认为啊，现在的个别条文的修正或是部分条文的修正，都不能解决当前失效这个腐烂的问题，应该全部撤回，重新依照当前失效的问题拟定一些旧本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要依照宪法来整顿失效，来淘汰不良的失效。那个产业高教产业工会提出一个资料非常好，他说即使是美国，失效照整个教育的比例也不过在11%而已啊。欧洲的国家在2%到3%，为什么？我的文章也写过，我的文章也写过是什么？1919年，大家都知道，将近100年前，威玛宪法147条的第一项讲得很清楚。私校如果替代公立学校的这个功能的时候，这个他的师资、教职员、待遇、社会地位不如公校的，不如公立学校的，不准设立。你看人家伟大的100年，而且1949年的时候，基本法第7条照抄，没有改变，100多年到现在。我看到教育部这官员觉得丢脸死了，把国家的教育办成这样，还有人去当官吗？第三个，我认为啊，失效的教育的经费啊，还是回归到宪法，给他15%。现在要看去年教育、文化、科技的经费，总共是2000多亿，根本不到15%。这个钱拿来做公益的话，公立学校的一个辅导，淘汰私立学校的话，绰绰有余，甚至可以达到德国的标准。大学免学费吧，教育是一切社会平等的基础啊，教育也是无形的国防，教育更是个人改变他的经济跟社会地位的最佳捷径。我们的政府忘记了这些事情了。现在我要讲的，台湾的这个民进党的政府也不要高兴，台湾所面临的是这个灾难的情况。我随便讲几个情况，金公教的不当大家都知道是种灾难，替代役的不良最近发生军队的问题，替代役我那里看到替代役在龙总在抽血机旁，替代役是这样搞的，军队都不能打仗。虚血的医院呢，已成了健保的灾难；贫富差距过大，变成社会的灾难；心在异乡，钱在异乡，已经变成台湾的经济灾难。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失效的不易，我今天在《苹果日报》也写了一篇《失效不易，使青年沦为苦力》，我希望大家有空啊，能够参考一下。今天谈到这个失效这个问题啊，这是苦难的灾难的一个政权，对马英九在历史上是要被谴责的，把8年把国家搞成这么一个灾难一个烂。我们没有知识分子吗？我们没有人讲话吗？所以这是我谈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失效教育的经费。第四个就是有关于啊要严格执行的教师待遇条例。我刚才讲过了，威玛宪法老讲。我们是他们是在宪法规定这个位阶的哦，我们是到这个法律，而且那法律还在什么掏空，教育部还在不管，透过那个校务会议就可以改变，然后那是私校每个人都噤若寒蝉呐、啊，而且要么就是变成兼任教师的。刚才总工会那个提得很好，既然有一半是兼任，这个教育怎么办呢？第五个，我认为啊，依照宪法根本不应该补助失效，
宪法里那个条文可以补助失效了，有一条就是必须要他办学优良，现在办学不优良也都可以按人头来补助，这天下荒唐之大事。第六个，我认为啊，这个要降低失效的这个在教育体系的比例，仿照至少比照美国11%吧，现在75%，这个国家怎么会强呢？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几个公益的基本支柱，比如这个兵役、教育跟租税，现在全部破产。这个马英九是要谴责的。这个国家搞得这么烂，这国民党的委员要不站出来讲话，要不出来谴责。那个我认为啊，这个很多的经验，其实最简单的，教育部都派20个、30个会计师，现在会计师是什么？学校拿钱给他，那个会计师怎么敢去先对学校不利的这个签证呢？时间有限，报道在这里，谢谢大家。好，谢谢林教授。好，接下来请台湾科技大学教授陈世章陈教授。主席、各位，还有各位先进好，大家好。首先感谢大院的这个贵委会的钟嘉宾立委的邀请哈。那我来分享一些我对于失效法的一些研究。那大概我今天早上来哈，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公立大学的教授来这边发表，是不是来闹场啊？其实不是，我大概有一半的这个从事教职大概10几年，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在失效服务哈。那大概是有机会，最近有机会才到公立哈。那我刚那个陈儒，我们前辈，我们那个法学前辈的林老师的这个提到哈，台湾其实在比起欧美这种国家哈，公立跟私立大概在一般社会上的一个老师的评价大概是不一的，大家就会想说从私立跳到公立是一个好的一个跳板了。其实，在如果一个先进的一个教育的概念，大概不是啊，像我们美国长春藤都是私立的哈，所以我觉得当然我很认同刚刚林老师的这个见解哦，所以我就决定说我今天也要来啊，说不是我只有说我之前在私校服务过啊，包括我之前在服务的一些学校，我一些前同事们哦，都还在跟董事会这种诉讼的这种轮回里面哈，所以我决定说今天还是来哈，不然我是说私立大学的这个修法为什么公立大学老师会来，所以我就和先续名这个问题。那我大概收到这个我们大院寄来的这个修正条文，大概我可以分两部分，第一个是政院提的，大概有5个条文，我大概有先有提都书面。那在这立法院的这个委员提的大概有9条，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我们可以分成4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办学自主的一个法规松绑，再来就是对管理阶层一个民主化，那再來就是对于这个公司治理的引进哈，还有最后就是缩短这个城乡教育资源的落差哈。那我分成5点提出建议，第一个就是说，我看到了这个教育部的这个第一条之一哦，那我看到我吓了一跳，因为一般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大概立法目的都不会去动，立法宗旨，但是他从这个他增定了这个第一条之一哦，所以我就看到他的那个内容啊，他大概就是要针对这个12年国教的一个重大政策的这个。把它放入，还有这对于这个办这个高中以下跟这个专科以上的这个办学宗旨哦，那我个人认为说这个部分虽然这3个部分都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另外新增一条之一的话，大概会去如果以一个法学研究者来看，大概会去质疑说他到底这个失效法的这个目的哦何在哦，所以我建议说如果可以还有机会的话哦，一般因为我们在讲定这个第一条，大概就是第一条之一，大概我们看了我们几部法律哈。大家都是在讲这种程序的规定，或是重大的一个法规适用哦。那如果只是写的这个所谓的宗旨的补充哦，我建议就直接就放到第一条。如果有机会的话哈，这是第一个，就是立法体力的一个斟酌哈，请大院跟这个教育部主管机关这边啊可以考虑哈。那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个公益董监事的，还有这个劳工董事的这个独立性哈。那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看到很多条文，大概我们都援引这种所谓的。政教法的这个读懂的这个制度哈，那我们在想，我们一般的这个失效就所谓的财团法了。那财团法它其实是基金会，那基金会其实就是资金的这个和哦，那跟这种公司的这种所谓人和组织哦，尤其是这种有限公司哦，其实有点差别。那所以一般政教法讲的这个所谓的独立董事哦，是讲究它的独立性
他的专业哦，因为比方说台积电找了这个竹科就是这个青椒的这个教授来哦，他可以加强我的这个研发的这个背景哦。但是我们私校如果找了这个董监事，其实要来监督的哈、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职务上呢，他的独立性没有给他保障，因为你怎么投票都输嘛。你董或者说你这个劳工董事，或者甚至于是所谓人头啊人头董事的话，我觉得从量上面就输了哈。所以遑论这个职的部分，所以我建议说，未来如果修法的话，包括这十九条之一，还有这个第六十二条哦，可以针对就是说这个独这个所谓的这个公益董事哦，他有这个职权哦，可以去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合一制的这个制度去抗衡哦，倒不是说要对决，就是说他第一个他可以就内部的这种资讯的充分揭露，他有权利哦，而不是说我们就援引这种政教法，就是说只能就是针对这个啊，就是不同意见书哦，就有点像我们大法官解释不同意见书啊，而是他有一定的这种啊。跟社会上诉求说我们发生什么问题的这种权利哦，这种设计，所以我建议说他实质上要把它独立性强化，而不是公益性。公益性是他身份的来源，但是他针对他的这个职权应该是要独立性哈。所以我建议说第二点，我们应该有这个独立性的这个实质强化哈。那再来就是第三点哦，这一点是大概我就是看了就比较开心，就是比较认同，就是说我们第五十七条跟第五十九条大概跟政院跟这个立院的提出的版本大概没有差太多哈、哦，那这予以肯定。那但是五十九条里面哈、哦，就针对教育经费的这个奖补助原则哦，那我看到了政院大概强调这个绩效哦，因为大概主管机关大概就比较看这种办学绩效啊，然后再考虑给他补助的这种多寡啊、哦。但是那个立院这边看到就是特色哈、哦，那我觉得大概台湾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哦，不止政府要小而美哦，包括这种学校教育也要符合。因地制宜这种特色，我觉得如果是只看绩效啊，那不讲特色，我觉得大概对于这个我们办教育的这个长远发展哦，大概也是不是很完善哦，所以我建议说，不管这个成效跟特色、哦、都应该折中考虑哦，纳入说未来主管机关补助的一个原则哦。那再就是说，刚刚也是林老师有提到、哦，就说我们宪法保障教科文有一定的这个预算比例哦，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说，如果因为母法的位阶比较高，我们如果把它定进去，就是说我们明定就是偏乡或是需要这种优先补助的这些地区的学校的财政比例，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是把它写明哈？因为这也是一个宣示，就是说我们就是鼓励这种偏乡的这个教育哈。那我是觉得个人是建议说其实可以写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增加一项哈。那第四点就是今天大家提到很多哈，我们大家看到台湾，但一般如果赔钱的学校大概就不会去考虑说啊。好，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哦，但它只是有脱手的问题或掏空的问题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问题，都是所谓的医疗财团法人所捐助的这些大学哈、哦。那所以个人建议，因为我们大概目前也是有一个财团法人法嘛，台湾大概努力了大概二十几年，终于现在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草案了、啊。但其实对于教育的这种财团法人，大概还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哦。所以建议说，因为如果以财团法人来看。我们私校法里面的财团法人规范其实就是它的特别法、哦、那我觉得它的特别法，那不如我们就是考虑可以思考，就是说直接在私校法里面定一个医疗财团法人的专章。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每年大概它的盈余大概就是数以十亿以上计的、哦、所以对于这种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哦、才会造成这样所谓的董监事啊，包括校方的这种争夺战、哦、如果在公司上面就是股权争夺战、哦、所以我建议说，如果可以在这个我们私校法里面定一个医疗财产法的那个专章的话，那大概可以针对它的这个财务的使用，我们刚刚讲基金会它是所谓的金合的这个组织，所以其实要管人是一回事，但是管它资金的包括这种五项收入的这种使用，我觉得是一个更重要的一点。那最后一点就是对于刚刚讲的公司治理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大概我个人是非常赞成有劳工董事的这个设立，因为在学校大概最弱势就是这些所谓没有闷不吭声，我们将去戏办这种所谓工作人员哦，甚至于学生哦这一块哦，那往往在这个私立学校里面，他们的权益是被忽略的哈、哦，所以我认为说，如果劳工董事的这一块哦，怎么样去职权上啊去给他加强，这是很重要的哈、哦。那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制度大概就是还趋于完备哈、哦。以上，谢谢。好，谢谢陈教授。好，接下来请元培医师科技大学校长林志成，林校长。好，主席，好，各位委员，各位贵宾，大家好，好。
我今天是代表中华民国私立科技大学协进会来参加这个会哈，也感谢贵院的邀请哈。啊，我在这边要代表私立科技大学哈，其实我们赞成这次现行修法的精神哈，而且可以防止我们这个校长掏空的弊端，跟加强对董事会的监察，所以我们非常支持这次的公益监察人的制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董事会如果纳入客观立场的学者专家，为了有利于私校的发展，但是我们觉得在公益董事进入董事会之后，应该建议教育部给予私校更大的自主性，落实校长治理，松绑对私校经营的限制，以有利于私校在面临少子化冲击的时候，可以这个永续经营跟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这一点部分也希望这个不管是立法院或是教育部，在这个独立董事进来的话，公益董事进来这个董事会之后，应该不能管学校的实务面的操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如果在这个法里面加入了公益董事跟公益监察人的这个人席位的时候，应该要我们比较建议是应该比较比照公司法的独立董事的规定，应该是不是可以由私校自行聘任，那而不要由主管机关指派。那当然因为这个如果可以给校长比较大的治校精神跟这样的这个影响力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公益董事如果他对这个学校的特色跟他的未来的发展不是很清楚的话，但是做太大的干预对于校长的一些经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有关于劳工董事的部分，劳工董事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多讨论一下？因为我们觉得教育事业跟一般的公司治理没有完全相同。那其实在一般的像校务会议里面都已经有这个教职员的代表，那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私校法里面教职员的定位跟劳工是不是有那么完全的密切性，这个可以再多多讨论。以上四点报告完毕。好，谢谢林校长。好，接下来请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前副理事长吴宗泰。主席，各位先进，抱歉啊，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带到立法院。那我觉得很惭愧的是，在我今天的资料里面还要附一份五年半之前提醒教育部、提醒立法院，要对于十二年国教实施的时候会过度倾斜。倾斜不是针对私校老师或学生，而是针对私校的经营方。很抱歉，到了今天还要拿这一份出来，我觉得我个人很羞愧。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当时的情境是一个院长会对着教育部长说：“书好一部分你卖管。”我们拜托立委提出的公益董事，还没有劳工董事。我们的提案的委员几乎被踏破了门槛，天可怜见，最近几乎是三个月一报，两个月一报。新民小学、育才小学、高一大，我请大家各位在座的这个我们的先进，如果立法院跟教育部不积极处理，下一次哪一所私校再出事情，我们谁都不要帮他协助处理。我们坚决主张，好的私校是公校的明灯，而不是要减少对私校的补助。我们甚至主张，对私校该增加的
就要增加补助，但是前提是这个董事结构让社会信任吗？支持吗？在座的几位的前辈，难道你不觉得把董事会改组解构让社会更信任，可以使失效获得国家必要更多的支持吗？今年我们非常有机会是准备执政的民进党在二月份把失效法当作优先法案，而我们所知道今天中午协商也很可能把这个会的会期可以把它延到七月十五或十九，所以报告主席，我们今年大有机会在七月中前之前，在您担任召委的时候就把这个立法院通过失效法案删读，绝对不要掉入一种陷阱，叫做因为不够完善，所以呢我们再拟完善一点，对不起，半年又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我们绝不上这个当，连这个都修不好，这是上一届的残累，而且残累可以残累三年多，部长跟次长去千求万求就是不愿签字，我们国家大事是这样被延宕下去的。还有三天是原来的这个什么教育部，原来的这个行政部门，我在场跟我们林腾蛟次长喊话，您是最了解失效的，如果能够在您协助之下未来两个月能够完成失效法的修法，我们不但坚定您能够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而且心里祝福你高升，但是如果不行你应该自己知道进退。很多的私立高中子现在是教育部学费给多少补助，他就用那个钱来做周转，也就是原来的校舍不动，他自己从来不用出资。请问告诉我，这个是已经是不是代用高中职了？这个代用高中职，还有人说这个跟消费券一样，既然政府发了消费券到我们的超商去买东西，所以超商要设公益董事，这样的歪理再上一次，就这样不断的反复的。我们康源餐厅是要对外收费的，康源餐厅对外收费，如果变成是国家出钱，大家自己来出，各位觉得康源好不好经营？我经营一家冰淇淋店，本来是顾客来吃的，自己付费的，变成是完全由这个政府来付费的。这一家餐厅，这一家冰淇淋店，它实质上有没有转换它的性质？真的是袒护到极点。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部次长在新上任的时候要宣誓，要不就你以后可以转到私校去任职，但是你要停掉你的退休金，支持这样的修法，要不然不要变成前一天在当教育局长，第二天在当他自己监督的私立高中职校长，各位觉得这样有道理吗？部长在三年前看到我们的前的理事长在这边绝食，承诺会提出来，到他卸任之前完全没有提出，接任了到了现在为止也没有提出，这就是我们教育部。所以你认为张三正院长前天的这样批评过分吗？我们在场的委员有的甚至是当初一起签下决议的，有去追踪吗？我的书面资料已经呈现很多，关于公保，关于退辅，政府可以对失效一样用，对失部门的受雇者一样的处理，但是没有，是因为我们基于宪法上面对教育工作者、对科学艺术工作者必要的保障，所以我们说服的立委都应该至少给32.5%的相对分担，这一点是所有失部门受雇者、失部门企业的经营者没有看到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公益性。所以当八个立委或党团在上一届，就是去年，在这一届，通通都提出了政教法第14条17的修法，要求设公益董事，设劳工董事，但是每一个人都写得洋洋洒洒。如果是玩真的，不是打假球，那对于提出公益董事，对于提出劳工董事，为什么又这样却步呢？
前老财政部长，今天有财政部人在场，财政部长林权现在是即将上任的阁揆，他认为我们十二年国教一年撒200亿下去，国家一个董事、一个监察人，通通都没有获得，这怎么对得起纳税人？结果他4月12号拍板定案的所谓的未来的院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执政党的党团提出来。不过，我们很感谢我们未来的执政党的立委，已经由张廖万坚委员在这边率先提出，我向你致意。这个版本如果有不好，拜托立委在速审的时候进行修正动议的提出，可以把它修得更完善一点。在基尼坡的修法，可以在明年之后，或者在教育部重新改组之后来提出来。千万不要以要修得更好，所以我们从长计议。难道要等到都倒了以后，然后都掏空了以后，我们教育部再来收拾吗？最后一个，失效董事的交易的问题，我直接提出啊，中立的某一个科大，一席是7000万，我可以提出交易的人是哪一个医院的副院长，买的人是谁？请问教育部处不处理？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失效的董事的结构，已经完全背离我们当初失效法，以及鼓励新学，以及积浊扬清，让好的失效能够被社会尊重跟肯定的意志。我们实际上是为了更鼓励、更尊重失效的经营者、失效的合作者、失效的老师，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不是站在保护老师的权利，所以这样做。谢谢。好，谢谢吴副理事长，谢谢。好，接下来请全加盟荣誉理事长谢国清。好，主席，好，各位大家好，我现在是那个前理事长哈，不过我跟那个中泰有差不多的那个过去的历史哈，也是一样，5年多以前哦，在那个我们在决定叫做高中职免学费的时候，当时我们一直提一件事情哈。我觉得教育部有时候是一个脑袋两种做法哈。我们当时提一件事情，因为在高中职免学费之前哈，教育部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5岁幼儿免学费的工作。好，那他那时候是采渐进式的，那时候一开始叫做合作园所。好，合作园所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幼儿园哈实施免那个5岁免学费的时候，那这个叫做合作园所。你也可以不要免学费，也就是说我要收比较高的费用。那这个合作研所呢，它有一些限制，第一个不能随便涨学杂费，第二个在品质上要做一些控管。所以我们当时就认为说，好啊，后来到了幼照法成立之后，就你有一些免学费的幼儿园就要接受评鉴，提高品质，不能乱涨学费，这个是有法令的规矩的，那个定的。那所以我们当时在认为说，12年国教要实施的时候，如果要免学费，也应该有一些配套措施，而不是把钱撒下去就算了。可是呢，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在幼儿园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但是到了12年国教要针对，特别是私立高中职要免学费的时候，所有的配套几乎没有做。好，我觉得我就说，教育部一个脑袋两种做法，好，或者是根本就是两个脑袋，好。好，那我想，这一次那个张廖万建委提出的失效法的修法，我们原则上其实是非常支持的哈。不过大概有几个想法了哈。第一个，当然我刚刚特别去查了一下哦，《证券交易法》的第14-2条，所有的上市的那个公司其实都会有独立董事哈，那个是真正的私立的哈。我们在想私立学校是不是真正的私立哈？刚有位先进谈那个叫做捐资新学嘛，它某种程度是必须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所以既然是连私立的那些私人的公司都必须要独立董事，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私立学校有独立董事或公立董事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但是呢，我想有几个问题，我想刚刚其实又先进提到哦，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门槛，就受补助25%或1亿以上。低于这个就不需要，我是觉得可以考量，因为低于这个其实是表示它的规模小，它有可能
倒掉的几率要大。对很多的家长而言，其实每一年不管他们念到一个快要倒的私立学校，或者他们要选学校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忧虑的。他反而是更应该要有更多的监督机制。那我们也从很多的家长那边听到，有些学校其实用买学籍的方式在冲人头。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董事没有独立董事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监督到。我认为独立董事进到里头去，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资讯透明化。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的门槛是不是要维持，还是说所有的学校都应该要有，可能在名额上面有一些些的差异性而已。第二个，我刚刚也特别查了一下，那个独立董事，我们这样讲，我们董事大概分为内部董事、外部董事。外部董事又有一种有关联性跟没有关联性的，那没有关联性的才是独立董事。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说是不是公益董事就干脆证明为独立董事就好了，就叫做独立董事就好了。那个就是不能有关联性的，跟学校之间、跟董事的三等亲之内都不能有。至于这个部分到底是由未来由教育部去指定，或者是怎么样一个产生方法，我想我们大概都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是劳工董事我们也支持，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特别是关系到老师权益的部分，应该教职员权益的部分应该被，我们也听到很多，我想媒体上有报道很多嘛，很多的学校面临要倒闭的时候开始就做内部的清理，这个不良的清理这样子。但是我们其实也觉得说学生的权益也非常重要。刚刚钟泰虽然讲说或者是那个罗德水老师也提到说有劳工董事也是相对保障了学生的权益。不过我们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在公益董事里头增加一席，譬如说家长的代表，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必要。就是说让有一些家长能够进到里头去监察。我想家长去作为一个董事大概比较困难，但如果家长成为一个监察人，监察的董事的监察的话，我想监事的话，我觉得是适合的。所以我们也建议说在公益监事，因为本来那个是原来就有公益监事一名，有没有可能增加一名成为一个让家长能够进去里头。好，所以以上大概就是我的一些建议，谢谢。好，谢谢理事长。好，接下来请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刘梅君刘理事长。好，主席，我们在座的所有关心这件事情的我们的立委，还有我们今天出席的学者专家，以及所有我们媒体朋友，我们的公部门哈，其实是很感慨，这件事情也没有这么难，真的没有这么难，在理解上没有这么难，可是我们的修法延宕了这么多年。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好，让各位这个先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难哦。其实是一个你原则的问题，你立场的问题。几个月前，我跟一个他在国内是很有知名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在美国的一个大学是当董事，董事会里面的董事。他每一年都会过去那边开董事会。他说他每一年去的时候，那个董事会里头所有的董事们关心一件事情，什么事？就说我们学校够不够钱？我们学校钱够不够？不够。我在捐，每一年都捐，每一年都捐。他不问别的事情哦，没有说这个人事上我要怎么样哦，你们这个都没有，只问一件事情够不够钱。反过来，我们看我们台湾的这些私立学校是怎么样，董事会怎么开的，他们关心什么事情？我们看到是他们捐资一次，从此以后这个学校就变成是万年的提款机。对不起，我当然这边没有说所有的学校哈。有很多的私立学校是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的私立学校的经营者，你不觉得你很惭愧吗？愧对我们全部的全台湾的所有的老百姓吗？当然，这里头我觉得我们教育部在这里面绝对是，对不起哈，可能那时候您不在这个位置上，失职失责太严重了，失职失责太严重了。我们常年
刚刚也说了哈，我们私校这个每一年也都是跟我们教育部一天到晚说我们没有钱了，没有钱了。可是你去看嘛，他也不愿意把他的这个财报公开来，他哪有资格说他不可以公开那个财报？刚刚好几位先进都说了，这是一个公共财啊，你捐资新学的当下，你已经捐出去变成是国家的公器了。教育本来就是公器，教育本来就是公器。你捐资当下我都已经给你好处了，它就是公共财，你怎么可以变成把这个校产变家产，学校变成是自己的这个什么这个财团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子公司呢？用这样方式来经营呢？好，我想这是它既然是一个公共性的东西，公益性这么强的一件，它也是一个这个我们谈到 accountability 的问题，我们谈到是 transparency 的问题。今天如果还是有私校的代表们一直在说，刚刚也说了好几个学校说这个财报，可能私校代表没有谈到这个财报的问题，可谈了别的，待会会再谈别的事情啊。这真的是，如果您还是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很沉重的说，这样的学校没有资格办学，这样的学校没有资格办学。好，我想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民营事业单位。全部都是自己资金出来的民营事业单位，你只要是上市贵公司，你就要财报公布。他的那个这个证券交易公司法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他是盈利事业单位都要这样做哦。那我们的这个学校有公益性这么高的国家公器的这些学校，他可以不要这样做吗？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哈。那更何况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学校是公器嘛，然后百年树人嘛，这是关系到台湾这个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我们的校园是能够提供师生一个合理教学跟学习的环境。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所谓劳工董事，对不起，那个劳工千万各位不要把它当那个，是因为你可能过去有一些人对我们这个劳工这两个字是有极高的误解，都以为好像是清扫员工那种最基层的员工，不是，教职员工全部都在劳工的这个定义范围里头。那这些人难道他没有专业吗？不知道校园里头学校的经营有哪些重点吗？当然他们是有资格的，大家我想大家也可以理解，学校或是任何企业。最不希望学校倒的，最不希望企业倒的是谁？是学生，更是老师们。可是呢，经营者呢，出资的人呢，倒不倒干他什么事？我才掏空自己嘞，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的这种状况了，所以劳工董事在这里面反而有助于这个学校可长可久，让这个学校保持它的公益性。保持它的公益性，所以有关于这个劳工董事，我完全的这个支持哈。那我想应该大概刚因为前面其实谈到很多东西了哈。有人说这个是不是会计有，因为有会计师查账啦，有评鉴制度，有内控制度，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有这个东西。拜托，如果这些既有的制度是有功能的话，是能发挥功能的话，今天我们不必站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不必站在这个地方，正因为它不能发挥功能，正因为它出了非常多的纰漏，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公听会，跟之前已经好几波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期待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请不要再告诉我说我们有会计师查账啊，我们甚至是教育部还有好多年前还有公社会计师做查账，结果呢，我们还是看到这么多的失效接二连三的。爆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出来，好，我想这是，我们希望，其实我们教育经费在 GDP 里头其实算是没有减少，那我们希望不良的这个学校就让它退，不良的学校就让它结束，然后把教育资源整合起来支持努力办学的这些学校们，包括公立学校，包括私立学校。好，我当然这地方也很期待我们今天所有关心这件事情的立法委员，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林中泰这个前理事长说的，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这么多的学校啊出了事情，我们现在其实这四学校出事情已经是 N 年的事情了。恰恰好就是最近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把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了。少子化有很多学校开始面临到招生不足，所以才会开始出现非常多很不合理的手段来对付老师，来对，甚至是有些校长都被请走路啦。对了，说到这地方，我想也特别是我们这今天这公听会，没有机会请到被逼退的校长，被逼退，因为他不愿意跟董事会合作。被逼退的校长也许私下可以去跟这些被逼退的校长请教一下私校到底是如何经营的。好，我想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哈。那总之我们希望是在这个会期里头，这件事情已经在那么多年来有这么多的这个提出了很好的一些意见，那我们希望我们这届会期的所有的立委们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努力，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共有14位的专家学者的发言啊。接下来我们要请列席的机关代表来回应啊。我们请教育部的林次长啊来回应。那我们在现场的委员还有王定宇委员啊的非常关心，还有罗志正委员，还有吴坤玉委员，还有钟孔绍委员，好，非常感谢。好，请。召集人还有各位委员哈，还有各位刚刚各位的先进哈，那我想首先呢，教育部也非常谢谢刚刚包含的学者专家还有各协会哈相关的这个代表哈，那么提出很多的这个宝贵的一个意见哈，那我想教育部呢基本上虚心来接受大家的这个意见哈。不过呢，可能针对刚刚大家的这个发言里面啊，可能也必须了解到实际上的一个详情哈。那么包含刚刚特别提到的哈，那个有关像张善政张院长啊，对于教育部的批评指教的部分，今天啊跟昨天呢、啊、大概也有相关的新闻做一些的报道哈，所以我想可能要针对这个实际上的一个情形哈，那么来给予这个公平的这个批评呢、啊，那我想这个部分是会比较合宜一点哈。那其次的部分呢、啊，针对私校的一个问题哈，刚刚大家谈的非常多哈，那表示大家对于私校的问题也都能够来了解哈。但是对于可能当然包含了近期的私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当然这个部分的一个私立学校啊，或者是说少数个案的一个私立学校的这些的问题，可能私校的问题确实它的问题也是相当复杂哈，那基本上可能也必须哈，那么全盘的去做一些的了解，那如果说是片段的片面的去解读哈，过于不及哈，不仅哈不能够真正解决私校的问题。可能也会延伸到另外的或者是更多的问题哈。那教育部的立场的部分呢、啊、基本上我们也是支持啊朝这个修法的方向来做一个处理哈。但是如何去修得更好，修得更合理，那我想这个是大家必须来正视的一个问题哈。我想这个是在前提的部分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那至于啊在私立学校法修正的这个部分哈、啊，那我想可能也必须横平去考虑到私立学校法的一个它的一个性质哈、啊。当然依照私立学校法第一条啊，它就明文的规定哈，为了促进私立学校多元健全发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励私人啊兴学哈，所以呢在私立学校里面，对于它的公共性自主性，还有呢怎么样子鼓励私立学校去啊私人的一个兴学的部分，当然也必须包含了私立学校如何去做好它的这个经营，以及呢主管机关啊，包含了社会来共同这个监督，同时呢，包含了经营的，包含了董事会呢，那么他的权利义务的部分必须横平去做一些的考量。那在私立学校法的修正的部分呢，才能够会比较啊修得更好，也会比较修得合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也跟回应大家刚刚的一个意见的这样一个说明哈。那至于啊本次的包含了张廖万坚等委员呢、啊，那么提出的私立学校法修正案的部分哈。那针对主要修正的4个方向条文相关条文的部分呢，那教育部这边来做一个回应跟说明哈。第一个的部分哈，那么针对有关增设这个公益监察人啊，以及公益董事跟劳工董事的这个部分哈，现行的私立学校法第19条就已经有规定了哈。
那么也就是呢，是学校反而接受政府预算的奖补助的部分，达到前一年度的总额的25%以上，或总额达这个1亿元以上的这个私立学校的部分，那么必须呢指派公益监察人。现行条文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规定。同时呢，教育部呢也同意呢，那么在这个增列呢第19条之一的这个相关的条文，也就是呢明定呢，如果实施免学费啊，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哈，实施免学费而由政府补助学费总额达新台币5000万以上的这个学校，其法人主管机关应加派公益监察人，以增加私立学校的公共性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教育部也是赞成这样的一个修法方向哈。那这个条文的部分也在3月28号由行政院函送了立法院审议哈。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方向也跟我们委员提案的方向是一致的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在未来的这样子的修法方向之后，可以增加私立学校的公共性的部分。至于刚刚大家提到的有关是不是在修法里面增列公益董事或者是劳工董事的部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大概有3点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哈。那么针对哈那个有关增列这个公益董事的这个这个部分的话哈，那么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在相关条文私立学校法里面，包含刚刚提到的19条第3项，或者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增列的修正的19条第1项，都已经规范了指派公益的这个监察人。如果呢再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呢，那么那么再增至公益董事呢跟劳工董事的部分哈，那么这个会产生就是同样一件的事情的部分哈，那么然后对于私立学校的这个人事经营跟决策等等，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这个部分也会冲击到私立学校经营的这个自主性哈。那么同时，对重大政策是这样回应吗？对，同时我还没说完哈。同时呢，针对刚刚提到的是公益董事跟劳工董事的部分呢，是参酌证券交易法以及这个公营事业管理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条文。不过呢，公司法以及呢公营事业的部分，它主要的都是以盈利事业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或者是社团法人哈，那主要呢是希望能够增加国库的一个收入，或者是增加这个股东的这样子的权益哈。那么私立学校法人的部分呢，它是以办学为目的哈，它是具有公共性的哈，它跟公营事业或者是公司的部分呢，它性质是不同的哈，所以而且呢，如果增加公益董事跟公益监察人，它的相对的监督的密度的部分，又会比公营董事跟这个企业的部分相对的监督的密度就相对高。所以是不是可以在公益法人的这样的学校法人里面来增设公益董事跟公益监察人？事实上，这个部分呢也是有斟酌的一个必要哈。那至于呢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工的选举的部分哈。因为教职员工呢，也是这个董事会跟学校的利害关系人哈，以选举的方式来进行，恐怕也会冲击到学校的文化哈。而且目前先进国家对于学校法人的部分，也并没有劳工董事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哈。那是不是在我们国家的私立学校法人上面，是不是要增设这个劳工董事的部分？我们可能是还是在需要再予以这个评估哈。同时呢，这个学校董事的部分，他是负责经营的这个部分哈，那么包含了董事相关的法规里面包含了，如果是学校呢有亏损或者是有投资有增加学校投资的部分，那这些公益的董事的或者公益董事的部分，是不是将来也要负亏损的这个相关责任？这个目前在相关私立学校法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必须去权利跟义务的部分应该必须要横平去做一些的考量哈。那么这个是有关这个第一个部分的说明。第二个的部分针对有关三清等董事的比例那是不是呢从现行的1/3调高为调降为1/5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当然教育部行政院版本的部分我们是希望呢能够维持现行的1/3，因为1/3基本上是没有过半所以连同其他董事的部分，那基本上这个家族的色彩的部分呢大概已经降低下来那同时呢大家提到的对于董事、监察人、校长以及配偶三亲等内的人员，不得担任学校的总务、会计、人事等相关的这个职务的部分，这个在目前现行的第44条的条文里面
就已经有这个规范了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基本上是符合现行第44条一个规定哈。那么第三点的部分哈，针对有关学校的这个财务等等或者董事会记录跟内控制度的一个公开的这个部分现行呢针对呢会计师的查核签证或者是学校的预决算等等的部分，我们都规定私立学校呢必须呢那么来公告来这个上网同时呢也必须进行这个会计师查核的签证。至于董事会的会议记录或者是内控控制的这个制度的部分，是不是要公开的上网？当然现行是没有强制的一个规范了，但是基本上如果修法是朝这个方向，那我想我们教育部也会予以这个尊重哈。那么第四点的部分哈，针对董事是不是应该亲自出席董事会，不得代理教育部的看法是基本上是希望，因为董事会的这个会议哈是属于学校里面重要的一个事项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学校的董事应该亲自出席这个董事会议不得这个代理哈。我想这个部分跟全教会的意见是一致的哈。至于如果说有的董事的部分，因为可能身在国外为了开一次董事会，然后要这个长途往返的这个部分，那以目前的资讯非常进步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用视讯会议的方式那么来这个参与不宜由代理人那么来担任。我想这个修法方向的部分也跟大家意见是一致的哈。那以上呢，大概是教育部针对有关私立学校法修正的条文的部分，大概做以上的一个说明跟报告。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林次长的回应跟说明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出席的委员来发言哈。我们有登记的委员有三位委员我们首先请陈怡民委员来发言。我们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六分钟，好吧？好，谢谢，谢谢主席，好，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在场的专家学者以及行政官员，大家早。本席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的委员了哈，那也目前也是高一大的专任的教授哈，借调到立法院。那之前在高一大担任这个副校长。好，那我之前其实在阳明大学服务了25年，然后退休到高一大服务，所以其实在到高一大之后呢，从一个国立的大学到一个私立的大学，其实也是看到了很多的现象了哈，在此跟大家分享。当然等一下我也会谈一下我对这个整个修私校法的一些看法。我的感觉是说，其实大学法跟私校法现在有两个法，可是大学法里面规定的一些东西，私校法其实没有什么规，并没有规定，因为私校法好像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全部都要一体适用，所以其实在实施方面，其实就会造成很多的细节，在私校法是不够周延的哈，不管像是校长遴选办法啦或者什么，在大学法都有规定啊，的国立大学都遵守，可是在私校法里面，其实好像只要学校好去做一些一些修正呢，就会看到有万年校长哈，某一个私立大学校长可以已经做了17年，还继续在做啊。那但是有些学校其实就有规定，有些就没有。甚至在最近，我们像高一，为了董事的席次的问题，提名了一个校内的老师，好担任董事。我有打电话给高教司，高教司的回应是说，这在私校法没有规范，说不行。可是在大学法里面就是明明的规定说，如果大学的教授要担任这个学校的这个大学的董事，是必须要得到校长的同意的。他到别的学校去都要得到这个校长的同意，更何况是要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当董事。那我其实我跟高教司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啊，这个是不是坏了体制啊，董事会来管这个校长，董事会又聘了几个学校的老师到董事会里面担任董事，那校长是要管这个董事，还是这个董事要管校长？这不是乱了套了吗？所以本席其实在这边，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教育部其实要很清楚的了解，大学法是要求不管是国立或者私立大学都应该一体适用的。在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私校法在规定的时候，本席其实是觉得中小学跟大学，私立的大学应该分开处理，很多的事情其实没办法一体适用，
就以董事的席次来讲，你怎么有可能说一个幼儿园是七人的董事，到了大学还是规定是7到21人呢？一个七人的董事，像你高一来讲，就是只有9个董事，就很容易被 manipulate。或许刚刚在修法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个什么三等亲以内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要再讲什么三等亲、二等亲，三等亲以内规定不能超过1/5。可是其实我觉得在董事的席次方面，其实是在大学，在私立大学应该是要增加的。这回归到刚刚有几个学者也提到了，其实在国外一个私立的大学，他聘这些董事，董事来开会都会问说，啊，你钱有够用不？要不要再捐款？那其实聘这个董事就是希望在财务方面，甚至在大学的经营上面要提供建议的嘛，不是在聘一个自己学校里面的一个老师然后来当董事，来坏了整个的体制。那已经是学校的老师，他可以在校务会议里面就可以提案，就可以建议了，为什么要派上来当一个董事呢？所以这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所以简单来讲，本席是觉得今天其实张廖万坚委员提的这个，我本席是予以肯定，但是在里面其实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们应该可以再做更多的琢磨。举例来讲，像刚刚有一位台科大的这个陈世章教授提到这个独立性的问题，我非常的同意。这独立其实独立董事是非常重要，这些独立董事进来，甚至是不是一定要设门槛？现在我们说什么要什么1亿以上，要什么什么25%的那个是教育部的经费，这个其实我觉得根本门槛都不要设。今天其实少子化之后造成的状况，就是其实私立的学校已经变少。那既然变少，为什么教育部没有办法有那个担当？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应该设独立的董事、独立的监察，就公益的监察人，你就进去监督。我也很同意，就是关于家长在这个独立的这个公益监察人的席次，要不然的话，其实这监察人也是董事会董事长在派的，他不喜欢这个监察人，他就把他换掉。之前就发高一也是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哈，监察人只要在监察这个董事会的席多讲了一些话就被换掉了哈。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的体制来看的话，私立鼓励私人心学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现在其实真的是到了一个我们必须要想办法从教育部的体系要怎么样来协助我们私立的学校的运作，让它更能够走向一个制度化，同时在 monitor 在监督方面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到该监督该赋予的责任。好，以上是我的建议了。 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接下来请许志杰委员，许志杰委员。好，接下来请柯志恩委员。主席，还有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各位代表，还有我们在场的立委，大家好。那我是代表，我是国民党籍的不分区委员柯志恩。然后呢，我过去也在私立大学服务了19年。那我所代表这个政党是被认为比较是保守不思改进的，所以呢，以我现在的身份在这边讲话来支持私校法应该蛮具有说服性的哦。所以我想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也是平常时间讲话时间都非常的多，我今天只是站在这边支持着张廖委员还有这个我们所谓全教总所提出来的这些的一些的想法，只是呢有一些的细节我们或许可以再做一些的思考。像刚刚有特别很多的委员提到啊，其实在美国，其实我们都在美国其实受过一些的这个研究所的一个训练，我完全同意，就是说像美国其实正确的素质他们的私校的比例应该是12.3%，但是呢我们台湾几乎高达75%。我们也很希望像美国一样，基本上面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措施就是高补助高监督，低补助低监督。美国的私校非常的有特色，可他们的学费呢基本上就是完全从了市场的机制，所以他们可以经营得非常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那以台湾目前75%的私校而言的话呢，在我们有提到说一些改进的部分里面呢，我还是要稍微跟我过去的经验做一个部分，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庄董事，就是我们这个台中新民的这个部分啊，你看他在这个董事会里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经营的学校，然后今天呢，看到这么多法案的针对他们非常努力经营的私校里面呢，要给他们设立这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所谓的监察的系统等等的系统，其实从他刚刚的发言里面呢，他觉得某种程度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可能认为他们非常的功利的在经营这个部分，现在有这么多外围的人进来，是否好像一种不信任而让他觉得一种惩罚的感觉？其实呢，这个部分其实修改一下的观念其实就好了，让更多的一个系统进来，让更多的这个财务能够让更大家能够透明，而能够取信于所谓的学生跟家长，其实对未来私校的经营也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这种观念的一个转换。那以台湾目前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些私立学校没有学费的限制而让他们独立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私立学校没有这个能力去发展他目前的中这个所谓的特色出来，所以教育部永远都是在告诉我们高教的蓝图里面希望校校有特色。其实我对这个部分呢，以我们这么长久以来受限于教育部的补助而需要所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来说，要让每个学校有特色，其实那个是我们的理想，很困难，很难找到特色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只能用现有的体制里面来看看如何让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个私校，像过去从景文到现在的这个卖这个所谓的学历这个部分，尽可能的不要去发生。所以我们当然只好在我们这个财务系统的这个部分，透过更多监察的系统进来之后呢，透过让我们董事会的比率有更多教职员工的这样的一个介入，能够让他的因为一个合法，因为一个透明而让他的整个的取向会趋于，这是我们目前需要的。但是呢，我还是认为，因为我们现在的私校法里面实在是包山包海，真的从小到大都有。以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要求一亿补助以上，其实在私立大学里面其实的间数不少哎。像很多我们目前在场的很多来自包括辅大、东吴、淡江这些老牌的私立大学，一亿以上的这个学校其实蛮多的，所以呢，以他们这样的系统要来建立更多的这样子，或者降低所谓在这个所谓三等亲比例，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你说一亿以上，其实对高中职来说当然很少，所以我们也是在思考这样的一个比数是不是可以降低，或者对于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的这个取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分隔？这个都可以在讨论的空间，但是我们完全认为，不管怎么样，我也某种程度赞成刚刚很多学者专家所提到的，你根本不要去设限嘛。每一个私立的部分里面，你都应该设立这样的一个监察的系统，这有什么好怕？如果说你整个系统都是非常的完整的话，干嘛不去透明公开？也不用去说是一亿或是25%。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某种程度是很需要的。但是呢，我这边还是要提出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担心啊。其实你在私立学校待过，你会知道私立学校他们很多的教职员工，他们对自己的不安全性是相当浓厚的，所以你即使有这么大的比率，你如果每个老师能够像目前在场站出来讲话的这些教授们能够这么样力推，能够力主他们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是代表某种部分的声音。我的担忧是来自于很多的学校的，即使你社工的劳工的董事或是这个监事的部分里面，很多劳工敢不敢讲出他们的声音，很多劳工敢不敢在他背负的这样的名义之中，他又同样在一般的这个系统里面来工作，别人怎么样来看待他？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问题。即使他的比率增高到某种程度，如果这些我们所谓的基层的这些教职员工，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不信任度还是不安全感还是来自那么高的话，他们是否即使把这么多的人摆进了董事会里面，他们有办法讲出他们真正的心声吗？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都需要到一个程度之后，大家才有办法回复到不是只有人数比数的一个合理性，其实那个值的层面不是只有量的部分，在值的层面当中是否能够真正帮所有的人来做发声，是否在整个便利这个转型机制的这个退场的机制当中，是否能够真正透过他们的声音达到迫使董事会做出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退让，这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部分。但是无论如何，我最后还是说我们绝对支持私校法的这个部分，透过这样资讯的透明公开，让我们的私校这么75%的私校的教职员工还有我们的学生能够有更合理发展的一个空间。谢谢。好，谢谢柯委员。接下来请王定宇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在场各位哈，私校法的修法定一些条款，不能再拖延，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拖太久。在这拖延当中，我们看到像我们台南的昆山中学，老师必须忍受的低薪，还要兼当业务员。我们看到很多学校在退场之后，他还可以透过缴个两成、三成的土地，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变成暴利。在这个现象如果不加以管理，我们的法纵使暂时有缺漏，总是要先要有一个制度来处理，不能以有缺漏来作为延宕立法的这样子的拖延的战术，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私校里几乎已经到了每个月一报，光我们台南地区我就已经看到三件，目前看起来统计有12所高职、8所大专已经在列为观察的退场名单，而它爆发出来之后有哪些现象，其实长的病征都很像，所以我很佩服，也谢谢提案的委员把这些病征列入处理的条款，否则受害的绝对不是只有老师，是很多私校。我们其实有70%以上的小朋友是在私校里面就读的，所以他们在爆发的时候，不管你观察永达、观察高凤、观察昆山、观察天人，你观察这些爆发问题的学校里面，它有几个共同的特色：掏空、欠薪、财报不实。从董事会到学校的人事、会计、财务，都是亲戚朋友，要不然就外面的小三。采购也有问题，采购的东西用 iPad 的价钱买了不知道什么配，一买3000台，那个现象都很常看到，却一筹莫展，等地检署来处理。所以弄到现在连学历跟升等都可以卖，你就不晓得学校还有什么不能卖了。我们有优良的私校，辛苦捐学办校的人让人家敬仰，这样的学校其实大有人在。可是现在少数的不良的劣币却让私校蒙受了这样子不白之冤，所以我觉得反而是私立学校，不管是大专或高中职，应该更要求定一套良善平衡的法来规范，否则烂的学校拖累到这些好的学校，烂的学校创造出来的问题的学生跟受剥削的教师，成为社会沉重的社会负担。所以要解决这些不良学校、这些劣币，有几个部分。如果你去观察这些弊端，你就会发现近亲繁殖、把持董事会、控制学校发包系统、财务、总务、会计、人事，是共同的病征。而这共同的病征，在我们拟定的私校法里面，是不是能够提早预警管理、中间管理跟事后退场的管理？所以本席那边也是支持哈。第一个，董事会不能成为不透明的家族或利益团体勾结的，甚至于董事席次，市场上还喊到3000万、5000万一席，甚至原来昆山中学出问题的董事，通通跑到银海买了那边也当董事，我都点名了。那这边出问题没法解决，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董事会为了达到透明监督管理制衡的话，独立董事的设计，我们过去在处理国营事业或者上市公司，这个是基本的配备，这根本都不用讨论了。那如果这个独立董事还让原来的董事去临聘，让校长去临聘，这还叫独立的话，那独立董事哈，干脆改名叫不独立董事或者叫不董事就好了。所以独立董事，不管他叫公益或者叫劳工董事，我们可以把名词做整合，然后这个派任呢，由主管机关派任，让政府负起应该负的责任。而这派任的身份，我们可以来规范，比方说透过教育团体、透过教师工会团体等等，来成为一个有专业能力的独立董事，来监督、来制衡，这可以达到预警的功能。另外，在董事会里面，三等亲或者共同居住的董监事，对这个我们有些法要修成共同居住人，因为不共同居住小三没办法预防，所以这个1/3要不要往下调，调到1/4或1/5，我个人觉得是，我们若熟悉公司运作的话，你控制30%的董事大概就控制了啦，所以1/3是当高教师认为这样已经够了，没有达到一半，实务上1/3就很多了，所以应该再往下调。至于调是不是调到1/5或1/4，我尊重教育委员会这边的修改。那再来，财报也是一个重点。很多学校爆发弊案之前，你去观察前几年的财务报表，漏列收入形成亏损，不良采购
没有人监督，无法验收，没有人监督，所以财报必须，财报会议记录，这个学校治理的这相关的文件，除了定期申报主管机关以外，要上网公告，因为外面还很多会计人才可以帮忙看这个东西，上网公告也是防弊，因为要上网动手的时候，手脚会更利落一点，你不能乱搞、哦、那最后一个，董监事这个。董监事啦、啊，校长的配偶三年期内，我跟你讲不能兼任这个人事总务会计。我最后提一个退场机制哈，我们现在对私校的退场，私校的资产出估超过2000亿，如果退场机制只比照一般我们的都市从化，说缴2%到4%叫账价归公，我缴了20%，缴了40%的土地，我就可以留下80%到60%的建地，它成为住宅区、商业区的话。这里面完全看不到教育公益性在里面，每一个过去我们一年花在补助的上面有200亿左右，所以我觉得针对基金土地解散的部分应该要另外一个机制把它设计完整，否则怀璧其罪，这么好的资产谁不想倒闭，倒闭之前先把它经营不善再捞一笔，不好的学校是如此，优良的学校反而去放弃牺牲了这块利益，经营了对学生对教育的付出，所以我们不能让好的私立学校被坏的私立学校拖累，所以以上建议，谢谢。好，谢谢王委员。好，接下来请罗志正委员发言。主席、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我们很多立法院的同仁，我自己来自私立学校哈，东吴大学问题比较少哈。但是事实上，最近我们在新北市也发现一些这样的状况，让人觉得非常的痛心疾首。啊，最著名的就是吉仁中学这个案子。啊，从8年的期间，这个学校的董事会董事长竟然可以捞走2亿多这个经费，那是不敢想象的。更糟糕，这8年期间，教育部竟然几乎完全没有掌握状况，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点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私立学校的经营、管理甚至生存问题，必须到了一个认真面对的时候。吉仁中学这个案子只是告诉我们，过去8年，不止学校失职，我们教育单位也严重失职，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样。不只是在执行面，法律面有很多问题存在。所以今天开这样的公听会，事实上早在8年前、10年前就应该好好认真来推动这个事情了。如果今天还不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尽快进入修法程序的话，我担心经过8年之后，同样事情又会再发生，而且会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的确在这个会期要尽快的针对相关的法令来做行必要的修改。这公听会只是一个程序，但是我觉得修法的速度，我也认为主席这边要帮忙一下，要加快一下。我认为现在私立学校经营跟管理的生存问题，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对私立学校的一个信任。重建私立学校对私人新学这样一个美意的一个想法，而不会让少数这种所谓的坏了一锅粥的这些老鼠屎破坏了整个社会对私立学校这种负面的看法。而政府能够做的2块，一个就提高它的透明度，第二个提高它的苛责性。所以 transparency 跟 accountability 绝对是未来在私校修法过程当中必须着重2点。刚才提到高补助、高监督，这只是原则。可是我们要知道，即便私人企业产业，它没有政府补助，我们政府对它的规范也是很多的啊，要求的透明度也是很高的啊。包括很多上市贵的公司，政府1毛钱都没有补助，可是我们对它的要求，对它财务报表的要求，是完全100%要求它向股民要求公开透明的。私立学校何尝不是？如果今天学生、家长、老师对学校经营运作只有少数董事会可以掌握的话，那这个学校出问题的时候谁来负这个责任？所以我觉得透明化绝对是未来在经营私校的部分要去处理的一个重要修法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处理的只是一部分，也就是董事会的部分。我认为要修的部分很多，但至少我们从源头开始，也是董事会增加它的独立性、监督性，绝对是必要的。尤其是所谓的这个学校在之外的外面的监督绝对是必要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原来的董事再去遴选新的独立董事的话，根本达不到这个目标。当然
教育部也不要把黑手伸到私立学校，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所谓遴选的标准，还有遴选的条件，由教育部来主动遴选有专业的而且不受学校干预的这些人来进入学校的董事会里面，才能够达到监督的目的存在。但是另外一个劳工或者所谓的学校董事部分，这一部分的确要认真的思考，不要造成所谓的这个对立的部分，这样会让学校的运作会出现很多的困难。就好像部分学校面临所谓的教师会也好，或是工会也好，跟学校之间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设立这个董事是必要的，只是在遴选跟作业的要点是要用普选的方式还是什么方式，在执行面方面，我觉得是要认真去思考的。否则到时候不好意思啦，一选举就开始有动员、有派系、有什么都出来，会造成很大的困难。这是我们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独立劳工董事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它那个选举的方式怎么进行，可能还是要认真思考一下。比方说，是不是由教师会提代表之后，由教育部从中遴聘，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是建议，就方式要注意一下。另外执行面哈，那个我刚才请问了张廖委员哈，有关那个所谓补助的金额达到多少，然后或者说得到多少比例才构成要派公益董事的部分。从实务的经验来看哈，每个学校每年度得到教育部的经费补助是有变化的。好，比方我们东吴大学可能去年拿8000万，今年被砍剩下3000万，所以今年派一个，那明年就不到那个所谓1亿的标准了。所以那个所谓的执行面上面要怎么样达到一个比较稳定性，那这个会比较要讨论。那刚才委员提到是全部都设，我也没意见。但是说如果说用那个门槛来设的话，在执行面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每年补助金额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样如果浮动的话，在到时候派任这个所谓独立董事，他有任期制的话，那到时候会怎么样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那这一点我倒是提醒我们委员会的同仁，在制定这个门槛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到那个浮动性的存在，否则的话的确有问题。今年没有，他今年学校少申请，少拿补助，他就没有独立董事了。那等到明年增加的时候，董事任期刚聘任已经过了，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那一块啊，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哈，我只是提醒要注意那个可能出现的浮动补助的部分啊。以上提供参考，谢谢。好，谢谢罗志政委员，接下来请何新存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哦，各位我们专家学者啊、哦，各位董事长啊、哦。各位我们委员同事哈，其实我刚刚中间有离席一下，我去开了一个记者会哈，是有关有一个国立学校哈，它的校务会议的程序的不正义，那学生代表呢，出来抗议的事件啊。那我要说的是，即使在国立学校、公立学校，都会有所谓的校务会议的程序不正义跟所谓的不公开透明、黑箱的状况。更何况是私立学校了，我必须这么讲。为什么呢？私立学校，我想大家刚刚谈了很多了、有关经营权独大啦，或者是上下从属的关系非常的一个明确了、所以都会让我们的教职员工或者是其他的学生的代表性呢，在所谓的校务会议里面呢是相对的弱势、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不管是公私立学校。教育公共化、校务经营、校务会议的公开透明，这个都是不可以被打破的一个理念跟原则。我们希望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呢，强化整个各公私立学校的一个校务的经营、校务的会议公开透明哦，让学校的经营更符合我们教育公共化的理念。我相信这个是普世的价值，然后应该大家都会支持哦。甚至我刚刚有些董事长谈到说，哎，我们学校已经办得很好了啊，不希望有独立董事来，可能造成纷扰。事实上，我倒是觉得多虑了哦。如果是学校经营得很好，那我们更应该公开透明的接受外界的指导跟意见。因为呢，既然咱都办了真好啊，咱都唔惊人知嘛，哈。那甚至让所谓的外部的监督力量呢，可以呢，形成是学校更进步的一股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态度跟因应啊、这第一个建议啊。第二个建议是在于是说，12年国教以后，事实上很多的私立学校啊、
高中职的部分都接受了政府的大量的学费的补助了哈。虽然学费是补助给学生跟家长，但是事实上现在所有的这个学费的经费的运用是在于校方，所以呢，我也是认为说应该要有一定的一个监督的力量，而这个监督的力量就来自于其实独立董事的这个法案的一个修法，我在上一届跟郑丽君郑委员就已经提案过，所以我们当时也有承受压力。不过呢，当时呢，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大部分的我印象中啦，哈，不全然啦，哈，但是大部分反对的是国民党的委员啦，哦，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听到我们现场的委员都支持啊，哦，真的是一大进步了啊，鼓掌一下。所以呢，在上一届我跟郑丽君委员的版本没有过，甚至连出委员会都出不了哦。所以呢，这一届我们也期许呢，在大家有这么高度的共识之下呢，可以在这个会期，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可以来处理这个私校法的修法的相关哦。包括我个人也认为说，独立的董事外部的一个监督力量一定要纳入了哦。那刚刚我又举了一个例子，刚刚我们罗委员讲到说，即使是上市上柜的公司啊，他也必须要公开他的财报跟对股民负责哦。同样的，私立学校也应该哦公布他的财报，要对他的学生、对所有的教职员工、对社会大众来做交代。我举一个例子哦，为什么我们需要严格的一个法案修法来监督呢？光阳科是最近大家最有印象的哦。光阳科呢，他在一两个月前他报案说他。有人员工私底下倒卖了他400多两黄金，让公司损失了快5亿了哦。结果呢，事后呢，峰回路转，案情呢突然惊奇的让我们是呢，原来所有的董监事啊，还有会计人员，包括他的会计师，通通自己跟调查局啊，自首。原来的不是只有400多两的黄金被倒卖，损失了5亿。是的，公司内部有被掏空的情形啊，损失了将近快30亿啦。我把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即使是上市上柜的公司，即使它有公开的所谓的财报的制度，但是财报还是可以作假。为什么？因为会计师就受雇于这一家公司嘛，会计师就是被你雇用的一个这个稽核人员，应该这样讲哦。这个上下从属关系有可能让他的财报是作假的嘛？所以同样的例子，我是在说，虽然私立学校目前有所谓的财报的一个监督，但是呢还不够，还不够。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应该公开的来就这一件事情，好好的把私校法相关的一个法令，可以让它修得更完整、更周全。我们不希望光阳科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是发生在学校身上，因为学校的公共化、学校的一个正常经营，才是学生跟家长的福气哦。以上，谢谢。好，谢谢何委员。接下来请张廖万坚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团体的代表我们教育部的官员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想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私立学校法的一个修正草案的公听会。那我想主要是我们行政院在三月就提出了院版，那因为各党团大概都还没有提出来各党团的主张，那所以我愿意在了解这个私校法的修正的过程里面，那么我提出个人的看法。当然今天大家都讲了很多了，我想私校的问题会在未来的几年里面会浮现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私校都会有问题，有的办得好的学校，我想应该也不会怕说我们因为修了增加了独立董事或者所谓的公益董事，或者增加了劳工董事，这些教职员工代表的董事，那么就会让私校蒙受这个经营上的困难。我个人是在了解之后，我认为这个机会应该不大，应该不大。那所以我就提出了希望能够增设这个公益董事或者独立董事或者劳工董事。那但是我的法律这个修正里面呢，倒是有一点刚才大家提出来，就是在原来的19条里面有提到公益监察人的部分。那公益监察人部分是有门槛的，那个门槛是指受前一年度受教育部的补助达 25% 或者1亿以上。那其实后来我去了解
其实在这一方面私校里面真正有达到这个门槛的我不晓得有多少。那目前私校里面得设公益监察人到底有多少学校有设，如果说过去这样子的门槛造成这个部分公益监察人在私立学校其实他设的并不普遍，甚至形成障碍，那我个人倒认为这个门槛其实是可以做适度的修正甚至拿掉。我想未来在我们7月19号这个休会以前，我们真的希望私校法已经讨论这么久了，大家能够集中在讨论上，在设置的门槛上，大家怎么样子来设定一个标准，让这个办学也很好的私立学校也可以接受，让未来可能会退场或者有一些问题的学校也能够得到一些适度的一个监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当然也是看到了很多学校，包括刚才各位委员提到的很多学校的这个私校爆发了一些弊案，那我们看都非常痛心。所以其实我在提这个修法的时候，其实我是站在保障学生受教权利的一个立场。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也会有一些要尊重私校发展或者是要兼顾学生权利的一些挣扎。那我想这个部分我将来在今天公听会之后未来有各种委员会再提出修正的版本，甚至各党团也会提出版本，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来充分讨论。那我个人认为私校的问题，包括大家怎么样去防止董事会介入学校的工程或者不当的经营这个变掏空私产，或者所谓刚才大家提到的很多董监事会因为制度的关系变成了近亲繁殖。那我在我的版本里面其实都有提出了一些防范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到底是不是有效包括我们限制这个连选接任的这个董事不能超过4%，那这个4%到底合不合理，大家可以讨论。我们就希望不要万年董事，让学校的董事会经营得好能够更好，经营得不好也有机会能够改变。那所以说我想我提出的这个版本里面当然也有很多还不是那么健全，那对于私立学校在经营很好的他怎么样子也来提供好的意见，大家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大家可以再来协商再来讨论。那我想提出这个版本不是说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是想让大家好好的思考，在上个会期里面没有决定的事情已经有高度共识的，我们赶快来通过包括我个人也非常认同独立董事或者劳工董事或者这个董事届期连续的这个比例能够降低还有这个三等亲以内的包括刚才我们同事提到的所谓的共同生活人等等，这种关系是不是从1/3可以降低到1/5我的版本里面是降低到1/5。那这一方面我也想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想很高兴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也对我在提出这个草案修正的时候也有新的想法。那么将来委员会在进行修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委员里面大家会有更完整的思虑，那么一起来这个来把这个私校法修好。那我个人也希望在7月19号休会以前，我们一本新的私立学校法能够诞生。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张廖委员。接下来请钟孔绍委员质询，请钟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我想谢谢与会的各位学者专家，还有我们教育部的官员，还有我们各位委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与我们教育委员会今天特别提到的一个私立学校法的一个修法。那其实我也看到民国90年当时的东海大学的教授林腾尧教授，其实当时他就针对学校私立学校他特别提出了相关的不同样的见解跟看法。他最主要的用意还是希望私立学校能够受到监督管理的一个机制。诚如刚刚我认识的刘美君刘老师也特别提到一个企业来对他包括他的公开的一个财报他都可以作假，那私立学校何尝未能不行？也就是因为教育行政的怠惰，
没有落实执行了我们的所谓的监督，所以才会有这些失效的所谓的不良的制度，讲坦白一点也腐蚀了我们的高等教育。那今天教师工会也特别提到他们四大的诉求，包括我们张廖委员所提到的相关的法令的一个修正，不管从公益董事、公益监事、劳工董事，甚至董事会要开会，因为我们也发现到私立大学来对已经变成私有化，已经变成财产化，也已经变成校友化。如果是这样，对于这些的受教的新生学子其实是不公平。毕竟教育部是主管机关，所以我也支持张廖委员所提的相关的一个修正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法案，包括劳工董事，尤其是在民国九十年，其实劳工董事当时我们也冲撞了好几年，终于在立法院也能够通过劳工董事。其实劳工董事发挥了一些的效益，最起码在国营事业来对有劳工董事可以负责监督公司的企业管理，因为只有劳工最懂得他的公司的企业，最懂得他的企业文化。同样的，私立学校的这些教师，他们在这个学校是要可长可久，他们要薪资来生活，他们对学校的关心绝对会比这些董事还来的关注。所以劳工董事这一部分，或者公益的董事，或者公益的监察人，其实他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那劳工董事怎么产生？可以由工会来推派代表，更何况小英即将520就职，他也特别提到工会未来的组织化要扩大，那私立学校更应该去阻止工会，透过工会不同样的一个代表的选举的一个配套措施，来产生我们的劳工董事。其实这劳工董事相关的一些的配套措施，都可以透过相关的一些的执法来做修正。其实各位不用去担心劳工董事怎么产生，或者说公益的董事怎么推派。其实未来新的政府未来在修正法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委员会听大家所提供的相关意见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修正版本。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一个私立学校法可以在立法院讨论了十几年，这一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虽然不是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我在卫环，但是我代表劳工，我支持劳工董事，我支持公益董事，我支持公益监察人，因为这些的教师值得更好，因为这些的教师他值得照顾。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钟委员。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发言吴坤玉吴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各位专家我是吴坤玉。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在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教了四年所以我都很敬佩能够在私立大学任教，而且可以教得很久的教师那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是非常赞同目前的修法以透明公开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希望说这个资讯是可信的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在做评鉴的时候都可以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除了说透明公开独立董事或是监事以外，我会觉得说怎么样去确认这些数据的可信因为很多学校肯花钱他可以拿到很漂亮的数据所以我会建议说教育部未来我们参考公司治理的原则怎么去评估目前每个私校提供的资讯的正确性这个很重要，然后要怎么样这些跟学校有利益相关的人就是包括受聘的在里面任教的老师、学
在求学的学生，能够得到这一些正确的资讯，确保他们能够有正确的资讯，这个事实上非常重要。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私校，他不止董监事掌控，他连教师会都掌控，所以这个只要董事长要的东西在教师会都可以通过，不通过的人就是异议分子，就会下场就会比较惨一点。所以我想我们教育部应该去了解目前私校运作的现况，不是只是看数字看账面的东西，这一些都很容易被蒙蔽了。我想我们的教育部的很多的官员们其实都很优秀，可能都太忙了，习以看这个账面资料，那不大能够了解实际运作的状况，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可惜。所以千万不要用数字管理，不要用账面的管理方式，像评鉴那个我都说觉得白做了，因为过去的评鉴都做假的，这个真正的状况是呈现不出来的。所以我会建议说真的教育部要从学习目前在企业上所谓公司治理人家怎么去做，公司治理目前在强调就是 ESG 嘛，环境永续还有治理。 我想就像学校如果要强调学术的自由自主，那要确保学校的老师真的能够平等的参与，平等的参与，不是只有董事会掌控的人可以参与。目前事实上在私校的演变都是董事会跟董事会校长关系良好的人可以参与而已，所以目前我想我们是有偏差，所以建立教育部可以参考公司治理。目前国际上的很多的基金在投资每一家公司的时候，台湾现在 GDP 不会成长得很高，一两%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强调就是这个公司的永续经营，一样私校也一样，怎么去确保这个学校能够永续经营，永续经营包括人事能够让里面的教师能够到趋零能够退休。目前我觉得很多的私校，尤其看到很多的医学大学，其实我看到里面的老师都是血汗，血汗，那个经常生等办法，三当一盖，两当一盖的那种改生等办法，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然后很多的评鉴方式就学国立大学学台湾大学的评鉴方式，那这样对私校的老师真的是很不公平，因为那个资源学生的素质各方面都差异很大，设备我记得我当中国养医第一当完全没设备啊，我含研究都没得做啊，但是你要照那个要求，我有可能我要生出 paper 出来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咱教育部唔通阿坐伫办公室，伫办公，办公的方式有足侪种，咱都爱出去了解一下，收集听啦，即个私校的老师的心声一下，唔是干只人办公室吹冷气办公，永远无落解决私校的问题啦，真的是这样。那退场机制，除了大学学校本身的退场机制，要考虑这些员工的退场机制，这些老师。如果这个学校要关门了，这些老师的退场要怎么帮他们退场？这些人40、50岁，囡仔拢等开爱教育开钱的时阵，你要让因怎啊失业去啊？这就不公平，这不公平。其实我们不只要考虑到学校的退场机制，更重要的是这些教师的退场机制。拍摄因伫遮过去以教学为主，伊遮学术的研究。我就像国立大学的教老师，我就做最好的研究啊！你啊，未来吼，伊的转介、伊的就职，你要搁去考验，要搁去评鉴伊的学术能力，足无公平，足无公平。咱未来吼，爱有建立一套的吼，这些老师，如果学校退场机制，这些老师未来变哪去？安怎安排？我嘛足重要啊！不能只考虑到董监事的退场机制，要考虑到教师的退场机制。谢谢。好，谢谢吴坤玉委员。我们现场许志杰委员赶来，所以我们
还是要请徐志杰委员来发言。好，好，六分钟，六分钟。啊，主席，大家好哈。我自己待过私立学校，啊，所以其实私立学校有一些优点跟缺点啊，我感受会比较深啊。那首先呢，我们先代表就是有一些贫穷学生发言哈，啊，就是说事实上学校有很多的学贷，大家都知道，啊，那私立学校的董事呢，其实这个不尽然呐，啊。啊不尽然说私立学校董事都是肥猫，不见得啊。但是呢，有一部分是这个样子哈。我们看这个有资料可循，就是说这个都是报纸提供的了哈。啊，就是2016年3月22号《苹果日报》所提到昆山中学啊有校产的问题。啊，然后呢，2月19号也是《苹果日报》有讲到吉仁中小学的问题。啊，还有2016年1月15号《中时电子报》，2015年9月24日《自由时报》，还有《东森新闻》等等，啊，那以上这些呢，就是部分的私立学校，啊，也许是董监事的问题，啊，也许是啊用什么不一定的方法，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总是私立学校会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产生，啊，那之前我们高雄医学大学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双方面的纷争。啊，那其实我去了解，啊，去董事会这边讲说，啊，阮董事会一年较收60万，一个人较省差60万左右，系车马费还是出席费等等，哈，啊，那人事也不干涉。我就说，如果是像你们所说，那是一个很好的董事会啊，啊，但是事实上，啊，校方有其他的意见，啊，也许我们还要再去深入了解，好，啊，所以详情我在这边也暂时不予评论，啊，只是说我们。看到私立学校里面啊，有一些是好的董事会，有一些是不好的董事会，其实都有。啊，那基本上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呢？啊，当然我个人认为，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有拿公家的钱，当然你就必须要增加公共性。你公家的钱拿越多，你的公共性应该就越多。好，啊，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比例的原则。啊，就像那个私立高中一样哈，啊，私立高中。比如说像有些学校他可能会跟教育部反映说，那如果将来我完全不拿教育部的钱，包括学费，这样子到底有没有可能啊，那你拿了多少国家的资产啊，拿了多少国家的补助，那当然你的相对的公共性，比如说啊，包括公益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包括公益监察人啊，所以呢我们在委员会呢，有一个版本哈，就是除了行政院版本之外，哦，我们委员啊，张廖委员啊，也有提一个版本，我有联署，啊，当然这个联署呢，到底比例应该多少，其实大家都还有啊商榷的空间呢哈。也就是说，这个版本的精神呢，在于就是说啊，你希望有多少国家的补助哈，比如我们这个版本里面是25%啊以上，或者是1亿以上啊，那必须要有公益董事或监察人。哦，那当然这个比例上，哦，我们还可以调配，包括监察人，哦，我们这个版本有提到说监察人如果只有一人就用公益监察人，有时候当然我们要考虑双方不同的立场，哦，那也许可以有三个监察人，哦，那里面至少要有一个是公益监察人，哦，那用这样子一个角度来做一个平衡，哦，那总而言之，哦，我们也就希望说，哦，其实大家互相 站在双方的立场，哦，因为私立学校可能会觉得说，以高中来讲我过去拢收的钱拢是学生的钱，哦，啊，现在拢是教育部补助，无唔对。但是对私立学校来讲，他会觉得说，啊，伊收的钱无较济，所以他会排斥，他会排斥公益董事，啊，哦，啊，哦，那当然我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有一所学校，他说我包括学生的学费，我都可以不拿教育部的钱，哦，也就是说他会变成一个私立的，也许是。贵族或精英学校的一个他自己办学的特色，哦，啊，你有材料都没提钱，后续权利义务要怎么样分配到什么程度，哦，那当然这个都还有商榷跟研究的空间，哦，那我这边简单做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哦，我们私立学校，哦，12年国教，尤其是12年国教，哦，那学费几乎都是教育部的补助，所以必须增加这个私立学校的公共性，哦，我想这个
是社会大众都可以接受的。哦，那当然大学里面啊，那刚才我举的这几个问题啊，我们也希望说所有的学校的董事会呢可以互相要求一下了哈。啊，也就是说有一些学校的大型建设，啊，我们话讲的比较白，有些学校的大型建设啊，也许呢在这里啊，董事会在合法的证明的有名分的拿正常的出席费跟车马费，那个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建设也许无形当中啊会可能有利益啊纠葛的一个情况，也希望说董事会我们也能够互相去要求啊，所以我认为说啊，我们失效公共性，增加公益董事，增加劳工董事啊，或者是公益监察人，那适当的有个比例啊，这样子是合理合法的，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支持哈。好，谢谢。谢谢徐委员，好，非常感谢今天与会的各位代表啊，今天提供了非常多的宝贵的意见。今天的公听会共有23人次的发言，所有的口头报告、书面资料以及未能在本次公听会发言的委员、学者、专家提供之书面意见均列入本会之公报记录，刊登公报并做成公听会报告，分送本院委员、与会专家、学者和机关工作参考。教文会委员稿录移用本日请假，委员吴志扬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本日公听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感谢大家。